部细胞中70%以上都是水分子，水是酒。水是世界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源泉，生命因水而璀璨，水孕育万物生长，有了水才有了生机盎然的大千世界。在人体内部细胞中70%以上都是水分子，水是决定人体健康的三大要素之首，水是生命之源，更是健康之本。老子道德经有云，水利万物而不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专门叙述水部，水为万化之源，土为万物之母，饮食是人生的命脉，而人的饮食均源于水土。好水是百药之王，坏水是万病之源。美国著名科学家巴特曼提出，水是最好的药。水是地球上最有灵性的物质，那么什么样的水被称之为好水？能让人体细胞快速吸收，加快新陈代谢，增加细胞活力的水，我们称之为好水。那么如何生产出好水？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与人体细胞振动频率一致的光线，太赫紫波。它是光能量的一种，频率在0.1赫兹到10赫兹之间，可以与人体细胞产生共振，从而激活细胞，恢复受损细胞和自由基，排除人体毒素，被科学家称为生命之波。在2004年，美国政府将太赫兹科技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而日本于2005年更是将太赫兹技术列为国家支柱十大重点战略目标之首。我国政府在2005年11月专门召开了香山科技会议，邀请国内多位在太赫兹研究领域有影响的院士，专门制定我国太赫兹技术的发展规划。深圳新青春、深圳大健康赫兹功能应用研究所率先将现代太赫兹科技技术运用于健康水的应用，研发出太赫兹健康水仪、太赫兹模组，利用水对太赫兹波电磁辐射具有很强吸收性的这一特点，通过集中的能量场引起水分子之间的谐振与共振，使水分子间氢氧角度加大，从而达到水分子从团状变成直列排列状效果，把水的粘度降低了622倍，能够瞬间让细胞吸收，神经血液粘稠，水易于被身体吸收，清理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和杂质，促进新陈代谢。科技创造奇迹，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深圳新青春人秉承着公司水不湿的核心文化，践行着爱润每一人，福泽千万家的价值理念，把太赫兹健康水仪送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家庭喝上太赫兹健康水。新青春太赫兹健康水仪，喝好水，好健康。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都离不开电磁波，甚至我们人类本身也会散发不同的电磁波。你肯定听人说过类似的话，咱俩磁场共振，买个仙人掌吸收电脑辐射等等。这里面提到的磁场和辐射就是电磁波产生的，但你可能并不知道的是，电磁波其实有很多种，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红外线、X 射线、伽马射线以外，还有一个近几年在国际上越来越被重视的电磁波，它就是太赫兹，也被誉为改变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刚才小片中啊提到这个太赫兹技术是改变未来的十大科技之一，那我相信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会给太赫兹技术一个这么高的评价呢？太赫兹又是什么？朱教授，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首先呢，太赫兹呢是一种电磁波，它是位于微波和红外波之间的这样一个电磁波段，被誉为是人类电磁波谱之上最后的处女。为什么会给它这么高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它的三个特性。
第一个呢，它能和我们一般的有机物，比如碳、氢、氧、氮组成的 DNA， 把大分子进行共振，这个共振的频率呢，正好和碳的共振。换而言之呢，它和这种很轻易的检测出这些有机物的大分子，知道有机物是什么东西。第二个呢，它的穿透力呢非常强，能穿透包括我身上的细胞啊、病毒、微物。第三个呢，它对人体没有伤害。所以其实这三个优点，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很不同的应用。所以呢，认为它是的。那么朱教授，它和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红外线、紫外线、微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紫外，它是有穿透性，但它对身体的伤害很大。比如说敲在皮肤上容易致癌，所以它被认为是杀菌的一种。再比如说微波，它呢穿透性太好了。它成像精度呢又不够，而且呢不能和大分子进行发生共振，所以呢它被认为是通讯的一个很好的手段。所以呢它和呢它在生物、安保、军事等领域有其他功能。嗯，我可以碳核磁波又被称为生命光线。是指波长在三微米到一千微米，频率在0.1太赫兹到10太赫兹之间，介于微波与红外线之间的电磁波。太赫兹波不仅拥有与光相同的直径性，还具有与电波相似的穿透性和吸收性。这个极其特殊的波段被认为即将开启本世纪的又一场科技前沿革命，通过人体内生物高分子产生正常性同频共振，达到活化细胞、通经活络、镇静神经的效果，并促进血液循环，使人体自律神经恢复正常状态的中医经络学。现代的电子学原理，并借鉴西医的神经系统、淋巴系统、运动系统、解剖学原理为基础，通过产生的太赫兹波对人体自律神经进行调节和恢复，最终实现太赫兹波与机体细胞 DNA 同频共振，完美转导各种生物信号，达到对亚健康状态的康复理疗，包括肿瘤、病毒性肝炎、哮喘、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偏头痛、严重失眠等等。接触人体后，以每秒钟上亿次的振动频率纠正紊乱的人体细胞磁场频率，抖落毛细血管内壁的脂质斑块、毒垢、血栓，促进毒素排出体外，迅速赶上微循环，达到加快微循环流速和提升微循环流量的作用，提升新陈代谢的水平，使身体所有细胞都有充足的养分提供，恢复人体的自我疗愈功能，进而达到早期救治、细致修复、恢复健康体质、提升生物品质。那我们提到的太多技术被用来改变世界的时代进入这个改变，非常高。新的病毒的降解非常新，就不同了。因为从现在来看，从非常独特的电磁波，独特的一阵。是一种微波，我们去接的那个叫微波的技术。此次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敬佩。下面我们要介绍的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泰斗级科学家，他就是被誉为泰赫兹之父的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电子学家、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刘盛刚。眼前这位85岁高龄的老人，就是在国际上被誉为泰赫兹之父的刘盛刚院士。刘盛刚向我们介绍，由于泰赫兹具有穿透性强、安全性高、带宽大等特性，可广泛运用在医学成像、安全检查、通信技术等领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刘盛刚就表现出对泰赫兹研究的浓厚兴趣。我们航母至今呢，有一段比航母波的频率要高，比红外线的频率要低，这一小段，那么现在就感觉到这一小段呢，可能的意义更大。仅仅用了20多年时间，刘盛刚就使我国的太赫兹研究从一张白纸一跃成为世界领先。
他在该领域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应用石墨烯表面等离子波产生辐射，得到覆盖整个太赫兹频段的辐射源。你要做太赫兹研究6年什么也谈不上，正在太赫兹源上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方向的做的用电子磁悬每天做也是有效的。太赫兹源的发现也将为我国重大疾病诊断和有效干预提供先进技术手段，使国际太赫兹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爱恨成败里赢过也输过，也曾灿烂失落无悔选择，相信磨难历尽是收获。成长的路上几经曲折，我遗憾谁浇灌梦想花朵，人民谁冷眼嘲我或轻落，都会风轻云淡一笑而过。在我的心里有另一个我，寂寞，当现实背叛，累了倦了痛了学会洒脱。
我听到词，我听到大，我够辣。继续。
啊，这不是啊，看来忍不住啊，我啊，这个遮遮住，我可不可以打开？方便吗？可以吗？可以的。啊？啊，看我的啊，庐山真面目，英俊的男生，啊，老生的男生。哎，掌声一下给你们，大家掌声，谢谢你们。啊，刚才大家哈，你们大家聊聊来哈，啊，因为什么？看他大计划来这样下去，聊聊打点酒，不管聊聊喝酒点酒，嘿，还没聊聊我，啊，不然聊聊就是自己弄了哦。今天晚上呢，都是至尊宝家族啊，我们都是至尊宝家族的啊团队哈、啊。那么大家，我们的今天晚上我们的大家长。啊，我的阿宝老师啊，来，我们给他一个掌声一下，我们的阿宝老师啊，我们的至尊宝大家长。那么在还没有介绍他之前呢，今天我想呢，今天很多都是很久没有认识的，啊，没有认识的，很久没有见过面的，我第一次来，我很久移情第一次，我今天晚上在这里呢，啊，跟很多老朋友见面，啊，真的，认识我的可以举手一下吗？认识我的。那是举手了，哎，很多人都认识啊，认识哈，很久不见哈，因为有时候脸盖住哈，我会不会感觉到很久不见，看到后浪没？会吗？会啊，真的、啊，哎，因为今天我去中心点那边哈，那个 Mr. Cool 就是冷冷的啊。比较酷呢，他两个我看到我呢就讲，哎呀，声音好声音哦，哇，老尼老三尼，我看到好声音，哇，我真的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就是我喝了这个太子水，然后呢，我又很努力喷，啊，很努力喷，哇，就是喷水嘛，又喷又好声音。啊，感谢大家来到这边。其实呢，啊，我大家会来，就是因为什么呢？很注重今天呢啊，天空气污染呢 啊，万物呢都是疫情的问题呢，大家呢都要注重要喝更好的水。那么什么是健康好水、太好之水呢？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待会呢会有请我们的啊，我们的太和芝麻有限啊，太和芝麻有限公司的我们的啊策略委大领导，那就是我们的。阿宝老师，他本身呢是啊，本身是这个电子科学啊，电脑专业啊，他是一位大学生，那么呢本身也曾经从事过啊这个老板的生意，那么他本身也啊在这个传销行业呢，他本身已经实际上有十多二十年了，那么呢他是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的啊这个专业，那么今天他。就是我们的至尊宝大家长，我们以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阿宝老师出场，谢谢。Oh ya, selamat malam. Jadi pada malam ini minta maaf, minta ampun, walau bagaimanapun kita masih lagi berhari raya, selamat hari raya Aidilfitri. Kita sama-sama menyambut tidak lama lagi ya. Oh, setelah bulan lepas bulan ini, satu hari bulan 6. Ah, selamat hari gawai, gayu guru gerai nyamai. Tepik jari untuk kita punya kawan Iban. Tepik jari, cancer kuri-kuri. Iban eh? Iban ah? Oh, aku toknya bisa jalan mayu Iban. Aku suka nyak field force temu deh. Ah, pasukan perisutan suka nyak hari-hari dia masuk hutan. Ah, orang Iban nombor satu bagus. Kalau pergi rumah, bisa rami makaya. Hei. Babi pasu ni amat nyamai ha, ngirup tuak ngirup lah kau ayya masak kuat ha, hai pang lah ha. Jadi orang bagaimanapun kami tu cakup mandarin pun dia nareha nareha bedaknya gambar yang orang dengan muzik dan dengan kitabnya kitabnya itu kitabnya pemimpin daripada kitabnya kumpulan Chi Chung Pao dia adalah seorang umrah apa rasa kau Chi Chung Jian ha. OK, 啊，所以，你们先来看，啊，来，我们掌声有请阿宝老师，我们的阿宝高级总监。啊，我忘记了，哎呦，我第一次做啊，啊，还有介绍我们来自古晋的 Ben Chiu 啊，掌声一下哈 ，Ben Chiu， 啊，我古晋的 Ben Chiu 啊，我们的啊大家长，还有我们 Teresa，
来自林邦的。哇，那么这一次呢，阿宝老师从林邦老挖从林邦老挖一路来到米里，到林邦老挖米里比多罗西部，我来自西部啊，其他不超西部。Serike Sriaman Sarato Betuang Lovantu. Wah ini, wah memang lihai. Ah ini memang lihai kita punya apa wah. Dia sudah dekat satu bulan belum balik. Sebab dia mau memperkenalkan ini apa itu air terahus. Nama, kita cantik, yuching. Terima kasih, kita punya Aseng. Saya kira kita Sibu Aseng, rilai dan tangsun. Oi.大家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帅哥美女们，大家晚上好。好，我是阿宝，来自 Penang 哈。说呢，刚才你有看到 video 刚刚哈录制的，所以我已经接近一个月还没有回到家哈。所以明天我就会去古晋了。古晋呢，我会 stay 应该是11号飞啊，12号呢我会回到 Penang。13号呢，我就下 KL， 14号在 KL， 15号在马六甲，17号应该我都会在走后，然后才会回槟城。所以呢，很开心哈，今天来到这边哇，我感到最温馨、最 on 的一个晚上。为什么？因为看到大家这么热烈的欢迎我，这么热烈的出席，再给大家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你们。所以大家知道今晚来的目的吗？harap maaf ah kerana hari ini saya tak tahu ada kena cakap Malay, so nanti ya saya akan terikat lah. So harap you punya kawan boleh translate atau asing ah boleh translate sedikit untuk anda lah. Kalau tak ada saya nak translate dua bahasa ha, kemungkinan sampai pukul satu pun tak boleh habis lah. So harap maaf, I try my best, okay? I do my best, okay? So.大家今晚来的知道是什么目的吗？不知道啊，啊？他要出席还是出席晚宴？你看每个穿到这样美，哦，出席阿行的啊，娶老婆是吗？啊，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要来了解哈，关于太赫池水，可以知道一下在座的帅哥美女们，谁还没有喝过的，请举手一下可以吗？没有喝过的。belum minum lagi, oh, satu orang ah, you nampak banyak orang semua minum, wah, nanti you kuat dia, okay, so, oh, 每个都有喝哈，所以非常棒，所以今天呢是给大家再一次深入的了解什么叫太赫池水 ，okay, so 呢，我可以讲，我本身呢是读电脑科学哦，电子和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哈，我是读到硕士 ，OK。然后本身呢，我的朋友呢，在两年前呢，他介绍我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拿着这个东西来，你看到这个好像什么？啊，哎呦，烫斗啊，烫斗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我非常感谢这个烫斗，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讲我的钱晒不干，有没有？累怕伟大，所以我觉得这个烫斗每天滚个哒哒，所以我的钱就猪融合入水啊，非常感恩这个太赫池水哦。所以我的朋友呢哈，两年前他拿这个烫斗来见我，他拿这一个500 ml 的水照一下，他讲这个水一照哦，什么病都可以好。你知道我跟他讲什么吗？这样厉害，如果这样厉害，医生吃草了哦，医院全部倒。我跟他讲，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啊，如果你的朋友介绍这个太赫池水给你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想法叫正常人哦。如果你没有这样想法叫不正常人，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头都一开始不相信他，但是在这短短里面哈，让我呢帮助了很多人，甚至呢也让我赚了一些可观的小收入，也帮到我呢团队呢去到16个国家。OK。我的团队呢，从26个朋友，哦，认识到今天我有3200多位朋友，所以呢，你讲棒不棒？所以呢，你们觉得你们的钱还不伟大？快点拥有一台回去，可能不打搭啊，明白吗？哈，
到时你就会猪笼入水了。所以今晚大家来到这边是要了解健康，对不对？请问在座的帅哥美女们哈，健康重要吗？废话，为什么一直问这句话？但是真的我还是要问，重要吗？重要。对的，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你没有了健康，很不然东西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在这个两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想不到的，那个东西叫 MCO， 有没有？哦，有史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那个叫 MCO。所以很多人有的濒临破产啊，有的人事业倒闭，有的人没有工作，有的人丢了生命，不管他多么的有钱。所以这两年大家都深悟领悟了一样东西，健康是很重要，生命是那么的脆弱，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阿宝要跟大家分享哈，我们不是在卖水哈，我是给你介绍一个科技，这个科技呢叫做太赫茨科技。水是你的，水在我们的身体重要吗？谁没有喝水的请举手，还是已经一个礼拜忘记喝水的有没有？应该是在 Borneo Hospital 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人有生之年啊，出世以来每一天都必须要喝水，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身体呢占了 70% 是水，我们的身体的 70% 里面的血占了 85% 是水。所以你讲水重要吗？所以 after 让我接触了这个太赫茨水仪过后啊，让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身体很多的病就是由缺水没有喝水开始的。所以你看啊，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大脑占了 75%。 所以在座的每位啊，大哥大姐们，你们不要中老人痴呆症啊，请喝多一点水。如果头脑没有水，你慢慢就尿尿了，明白吗？ OK， 你的心脏占了 80% 是水，你的肝占了 68%， 你的肾脏，你看现在的人洗肾多吗？真的太多了。你不要以为不是你哦，我不要听，我不知道啊，我拜神的不会中的 sorry 啊，只要你的肾吃药很多的人都会中洗肾啊。如果洗肾了，我讲不好听一句话啦，真的人生很可悲了。为什么这样讲？如果你健康的人，你可以去那里，你可以去夏威夷。如果你那个人洗肾了的人呢，你只可以去南高地。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飞去，但是你们沙拉瓦很难的，因为飞去很远。我们槟城去南高地一天去一天回嘛，啊，明天又要洗肾了，啊，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洗肾有两种，一种洗肾的是洗血的，一个礼拜洗三次。你有看过一天洗四次的吗？朱记破冰干恩巴咖喱沙杜哈里面又不能难吧？啊，哎呀，把那我让他整理。现在的人很多，就是在家洗水的，一天洗四次，可怜吗？你连朗高一都不用去，你唯有在家看 TV 罢了，你什么地方都不用去了，可悲吗？如果现在你是一个 multi millionaire，有用吗？明白吗？所以呢，我们的身体的 organ 只有一个，你的爱人多么的爱你，他也不能把他的肾给你，就算给了你也不敢，明白吗？哈，包括血液占了85%，哈，肌肉75%，骨骼75%。水是做什么的？水是让我们血液循环、排毒、吸收营养、增强免疫力、新陈代谢和平衡我们身体的系统。在座的每一位大哥大姐们，如果你有身体不舒服，你会找谁？找阿行还是找阿宝？因为我叫阿宝啊，对不对？你会找阿行还是找阿宝？你会找医生，对不对啊？所以呢，医生讲的话大家就比较喜欢听了，对不对？医生讲的，医生讲的，有没有？每次你跟他讲什么东西，喝这个好，不可以，我医生讲不可以，有没有？我老公讲不行，有没有啊？我再请问大家一下，我不是批评医生哈，我只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医生是人不是神，明白吗？不要什么东西都医生讲，你要知道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是谁，是你自己，对不对啊？而且这个医生是谁，这个医生不是我爸爸哈，他叫巴特曼医生，他是诺贝尔奖得主，而且甚至他出了三本书，他讲什么？水是最好的药。他的临床报告，他用水不用药，
已治愈了3000多名的病患者，看到吗？只用水没有用药哦，所以医生讲的咯 ，OK。所以在市场上，今天你所看到有这么多种水，有的人喝过滤水、RO 水、远红外线水、富氧水啊、碱性水、负离子水、富氢水、电解水、低频率工程水、赫兹水，这么多个水，哪一个水是最好的？请问一下，哪一个水最好的？每一个水都最好的，对不对？没有一个老板出了一个水哦，是不好的，卖给市场，对不对啊？我本身呢是喝着 alkaline 水啊，我喝的那个 brand 应该你们沙拉瓦也很多，因为我走了这个月来哦，哇，你们的人真的，我发觉整个沙拉瓦哦，你们什么都没有的哦，你们沙拉瓦有两样东西罢了，有钱又有闲，明白吗？哇，来到要见人很难的 holiday， 哦 holiday， 那天晚上在西部啊，够力了，想不到当天是哈利莱亚，什么欧朗达的，德邦西尼、德邦山啊，啊，巴林巴尼亚的卡西诺，你看吗？啊，所以我们谢谢你们的东嘛，救济了你嘛，但是不是救济我 ？OK， 所以呢，你们用的水我知道，在你们这边我看到一个叫康根水，有没有？那个叫 Rosslight 水，我自己本身也是喝的这个水。啊，这个水好不好？好，好什么？好，它是 alkaline 咯，好，它贵咯，就这样罢了咯，明白吗？所以最重要，今天这些水都是好的。如果有的选择的话，像你的电话有 2G、3G、4G、5G、6G， 你要什么 G？ 肯定是最顶最好的咯，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就隆重介绍给大家知道最新科技 0.96 太赫茨水，记得啊。这个不是水机哈，你不可以讲我家是康根我的库库拉口味啊，那个叫做 water filter， OK， 这个是 water device enhancement 加强的， OK。 所以头头我的朋友介绍我的时候讲，我都喝了康根了，我的家水机是 Rosslight 的，因为很贵吗？我讲为何还要买这个，那时候是我不明白，因为等一下我做一个 demo 给你们知道，看就知道了，因为它可以放射出一种光波，肉眼看不到的光波，那个叫做太赫茨波。所以什么叫做太赫茨水仪？哎，这个水仪呢，在这个里面这个洞啊，它可以放射出一种 sinaran terahertz。OK， 这个 sinaran terahertz 是在微波和远红外线之间，这个是 natural 的，太阳马达哈利有了的，可是。请问在座的每一位，你们可以每天早上去晒太阳吗？可以，但是我是不可以啊，因为我在Penang大多数睡到10点11点我才醒的，只是来到你们这边没有办法，你们真的太厉害了哦！我还记得我在林邦啊和拉瓦城米利啊沟里，每一天早上我4点5点就要醒，因为他们appointment 7点，因为他讲我们这边人很早醒啊，所以来到这边我就慢慢讲，不要太早，不要太早，我知道你们也很早，明白吗？所以呢，不是每一个人每天一定可以出去外面晒太阳的，就算我给你晒太阳，你也会中 ultraviolet 紫外线，那个叫做会中啊皮肤癌的。所以今天很简单，你要喝牛奶哈，你不需要养牛了，明白吗？你去 7-11 买就可以了，一样的道理。今天你需要这个太赫茨波呢，你也不需要晒太阳，你只要拥有这台水仪呢，它照射在你的水哈，3分钟过后 ，OK， 照射3分钟过后，你的水呢全部就有太赫茨水了。所以太赫茨水的这个太赫茨波有什么呢？它叫做生命光波，我们身体细胞所需要的光波。你看你家的小孩子，你家的孙子。每天是不是蹦蹦跳跳跑来跑去跑上跑下，有没有？你还每次喊他啊 boy 不要这样坏蛋，不要乱跑，坐下来，有没有？跑到满身大汗，为什么？因为他们身体充满这个能量，充满这个波。来到中年，尤其是吃饭过后啊，你会看到那个人哦，坐在那边钓鱼了，在那边嘟咕，懂吗？啊，我这边看上去哦应该还没有 OK 啊，等下你看会有人的，一定会的。来到老人的时候啊，高了了，为什么？我一上课啊，他坐在那边就我的声音这样大声，他的完了，
话说话说啊，完了完了，他都不懂我讲什么，那个叫老人，你懂吗？但是我这边一看过去，我暂时这边没有老人，来再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哈！哦，我们这边没有老人，而且我跟你讲，喝了他的池水，你会越来越年轻。你不要相信我，你记得拍照起来，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例子了。所以呢，我们的电话要插电，原来我们的身体也需要插电的。怎样插呢？你拿你的手插那个电可以吗？哎，那个叫 shorts 啊啊 ，short 三百马币啊。现在你很简单，我照射了三分钟，你的水哈里面有这个太热池波过后哈，你把它喝下去就可以了。为什么这边没有水的？放水一下，哦，等一下给机会大家喝一下哈。所以呢，我们的身体需要插水这个电波，你只要把这个水喝下去，你就有这个能量 energy 的那个啊。所以呢，我们的太热池水仪的水什么人不可以喝？心脏放 battery 的人懂吗？那个叫做 pacemaker 哈，心脏放 battery 的人记得哈，不可以喝。所以你看到吗？你以为要喝就有得喝啊？现在有得喝，快点喝，不要等到有一天心脏不拉掉、不心了啊，你才放 battery fully 不可以喝，明白吗 ？OK。所以呢，这个科技也不是什么最新的科技，在2004、2005年呢。中国、美国、日本人家都已经在发明这个太赫磁波了，只是他们一路以来呢，用在军事雷达和机场的安检 ，OK， 包括你看他们用在牙科啊领域，包括啊这个太空啊啊，包括哪 screening 哈、啊，就是scan 你的哈、啊，包括 pharmaceutical， 那就是那个药物的，一路以来原来人家都在用了。只是近期呢，让我们的公司呢研发出一种的东西，就是拿来造水的，就是太赫磁波造水的，唯独一家，全球只有一家。OK， 包括 coming soon 我们的 6G 的科技啊 ，6G 啊，这个波呢都是太赫磁波。在这个 6G， 你看到马来西亚 5G 还没有开始哦 ，6G 要来哦，你要准备哦。最快2023年，慢2025年，明白吗？所以我们的电话的 communication 全部都会用 6G，6G 其中一个它的波呢就是太赫磁波。OK， 这个在去年11月，你去 YouTube 都找得到，已经 launch 上去了这个 satellite。最重要，刚才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放的 video 吗？我、哦、不懂有没有看到啦？他有讲到科学家讲到太赫磁波是安全的，明白吗？安全的最重要哈。而且呢，你看啊，你在你家的水喝了这么多年，请问各位帅哥美女们，你们喝了你们家的水这么多年，会不会喝到你的糖尿病好？会不会喝到你的高血压好？你家的水喝了这么多年，你的脸会越来越年轻还是越来越老？你的水喝了，你的头发会变黑吗？头发会生出来吗？不会。但是今天哦，也是你家的水，只是用我的太赫磁水仪照射三分钟，我刚才所讲的东西全部都会改变，明白吗？所以呢，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你们不要相信我，卖花一定沾花香的，明白吗？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我的花真的是特别香，明白吗？啊，我不怕我产品不说话，我只怕你不喝和喝错 ，OK？ 所以呢，你看啊，为什么你家的水喝了这么久没有这个见效，可是用了我的太赫磁水呢，照射三分钟过后就不一样 ，OK？ 因为呢，我可以让你的水分子团呢变成很细很幼 ，OK？ 照射三分钟过后，而且呢，我们的身体啊是什么做的？请问在座的每一位，谁是用石头做的有吗？谁是石头做的？没有咯，每个人怎么做？细胞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身体呢，就是细胞做的。OK， OK， 那他们照给你们看，就是这样罢了，看到吗？很简单哈、哦，照射用 power bank 照射三分钟。不好意思，好，喝水一下。这样照射三分钟过后啊，它变得太赫磁水了。所以呢，它的功效在那里，
我们的身体是细胞做的，我们每一颗细胞都有一个嘴巴，那个嘴巴叫做 aquaporin， 明白吗？啊 ，setiap sel ada satu mulut itu mulut panggil aquaporin， aquaporin ini dia punya mulut cuma 2 nanometer sahaja。So, bayangkan 2 nanometer betapa kecil. Nanometer nak mikrozi, 是不是？但是多小？请问在座的每一位，你们知道纳米科技是多小？ Nanometer 2 nanometer 是多小？多小啊？ Hello， 有人吗？哎呦，你们不要笑我嘞！现在是午夜不了哎。多小？我得到的答案就是这样，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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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多小啊？很小喽。非常小。哦，就是这样喽。所以现在给大家一个知识，你的头发你拔一根，你跟它切掉一半，不是有一个 diameter 直径吗？对不对？那个 diameter 哦，只要有 0.05mm， 因为个人的头发不一样，有的头发厚，有的头发薄， 0.05mm， 你再切它50000条，一条就是 1 nanometer， 所以小不小？所以现在你可以把样到多小了没有？非常的小。所以不是你家的水不好，是因为你家的水分子团大，所以我照射了3分钟过后，它可以让它的水分子团变很小。所以今天我不管你喝什么品牌的水，它可以带进到你的身体每一颗细胞，包括你吃的保健品也好，吃的药也好，它可以带到你身体进去每一个细胞，你明白吗？所以呢，因为我照射了3分钟呢，我会让你水里面的 H2O structure 呢变成直链型，容易进入到你的身体的细胞，明白吗？所以呢，第一，它可以给你一个太赫磁波在里面，所以呢，太赫磁波之后呢，它可以让你的水分子变很小啊。第三呢，它可以让你水的里面的粘稠度降低680倍。所以呢，普通天我们的水你放这一个月，你倒出来看，你再摸它的 surface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黏黏滑滑的，有没有？照过了的水你放一个月，你再倒出来看，你再伸手摸下去，这些东西是不会发生，没有黏黏的。所以呢，它强在那里，很容易进到细胞，很快稀释你的血脂。所以呢，我们这个水帮助那些高胆固醇、高那个啊什么高血糖啊，还有高那个尿酸啊，甚至那个三酸甘油脂肪肝啊，去得最快。所以你每次喝我的水，第一天和第二天你要特别注意，你去小便大便不要冲掉，看一下。我跟你讲，第一都自己没懂，因为你的味道差不多你要晕掉了，很多东西会出。因为我们的人很多，有的出白白的，有的出黄黄的啊，如果出黑黑的你要更注意，那些是你身体很久的宿便，明白吗？所以清洗得很干净。除此之外呢，它的抗菌高达 99%， 在那些有皮肤病 cirrhosis OK 牛皮癣，我们帮了很多，等一下给你们看一点点的见证哈。抗氧化高达4倍，抗氧化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抗老化。所以在座的每一位，你们如果不要这样快老，喝多一点，明白吗？它要止水哈，而且呢，它的抗辐射很强，高达2倍。这些东西都不是我阿宝讲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有 certified， 我们都有认证，全部都有 CGO 的 ，OK。而且呢，这个东西呢，不只是可以拿来喝哈，也可以拿来喝，看到吗？啊，你可以拿来装个水哈，这样喷，爽吗？哦，等一下你就 feel 到了哟。啊，昨天你有喷到吗？是吗，老板娘？啊，就是这样喷罢了。啊，来顶我。啊，顶我。Any benefit 啊？欧郎嘟嘟提干的班。啊，坐前面一定有好处，看到吗？啊，这个我喷水的哈，慢慢你就猪笼入水了。啊，水为财嘛，对不对 ？OK， 所以呢，可以拿来喷眼睛，可以喷头发。全部都可以喷啊，尤其是女孩子，她们要把去去滑绿绿哈，多一点喷 ，OK。而且我们有5项专利，13项认证，包括去年我们荣获马来西亚 Asia Pacific Top Health Brand 和 Super Health Brand，OK、okay?。我们是全球唯一独家哈专利，看到吗？发明专利 ，OK。这边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哈，我们家你的家的 freezer。
冰箱里面有很多的蔬菜水果，我剥了要死了啊！倒了过后，这个水哈、啊，这个好了吗？它的水好了过后，这个水你哪里那个菜要死了的，我们都要完蛋了的啊！不可以啊，要死了！你震他们的，他要死水。你可以去震的，你 tomorrow start 你 try，OK？、Okay? 大概 20 minutes to 30 minutes， 他会活回来。我的人啊，甚至他的菜啊，那个菜放在他的那不锅里啊，放在冰箱里面的、啊、哈，还可以生出来，还可以生出 baby 啊！啊，我跟你讲厉害吗？啊，你不要相信我，你 try， 因为我跟你讲，照了三分钟，里面有这个能量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哈，从巴萨买回来的两条金鱼哈，一个是有照射的，一个是这个水是没有照射的，这个是 terahertz 的。几个小时过后呢，又不动了。过后，瓦列鲁玛咚咚呛了。啊，为什么？因为它水里面没有 oxygen， 没有这个能量 ，energy， terahertz。这个呢，你看那个鱼啊，还活活了这边。但是这个 video 要跟大家讲什么？啊，每一个人呢都会死的，是看你要早一点死还是慢一点死哈。不要这样快死，请喝多一点太二池水啊、哦！这个水可以帮你延年益寿，真的可以的哈、哦。OK， 这个是我这两年来收集一点点的小见证哈。如果你要看到我这两年整个公司的见证啊，我跟你讲，不是讲到明天啊，讲到下个礼拜都讲不完。我们的见证太多了，最重要哦，见证你看了不重要，最重要你自己的见证最重要。OK。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 Vernacate Cirrhosis 牛皮癣，请问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有看过牛皮癣的人吗？有吗？你有看过啊？这个是肯定啊。有谁有看过 Cirrhosis 的人？有没有？我跟你讲，他们很可怜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头啊，那头皮跌，整身跌到完，他们的脚皮全部裂，跌。他这样坐着站起来了，你看他的椅子全部白白，好像雪花飘亮，而且他会爬到流血。然后最重要呢，他们没有药医，医生只是给他吃药。但是我要全世界大家都可以帮忙来帮忙去。第二，你喝了给钱，你的病就快点好啊；没有给钱的就慢一点好啊。那如有给钱的呢？哦，我讲不好听，你喝酒了买酒了，你会心痛，心痛了过后你会跟我买，不然我还是 free 你啊，你永远都不会跟我买，是不是啊？我有一点私心了啊，开玩笑啦哈。最重要呢，我跟他讲了过，那个讲什么？我没有钱，我不如意搞工。为什么？他十年没有做工了，在那时候我也需要到牛皮癣的见证。我讲很简单，我 free 给你喝，因为为什么？水我送得起。因为水便宜罢了，对啊，我跟我朋友讲，你给他喝，每一天中皮肤病或者是牛皮癣的，一定要五厘特哈一天。我问他，你能喝五厘特吗？你能喝，你跟我拿；不能喝，你不要拿。不然等下你跟我讲没有效的，我有喝了这个水没有效的啊，一个礼拜喝三个厘特，那里有效。所以他真的很乖，每一天来拿。所以呢，我就说我给你 free 的。我要见证，我跟他拍照，我拍了十多张 ，OK。结果他来拿了，喝了多久？他只是喝了两个礼拜 ，two weeks。两个礼拜过后，他又继续拿了，我再 free 他 free 到两个月，两个月过后他做工了，我没有再 free 他，因为他可以做工赚钱了，明白吗？如果今天我卖的是保健品啊，一瓶不要多了，100块就好了。他要喝20瓶啊，我就破盖了咯，是不是啊？但是水呢，我们可以送哎，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福报哈。包括接下来，这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哈，在 KL 的这个女孩子叫 Joyce， 她中了13年的牛皮癣，可怜吗 ？OK， 她只是喝了我们的太阳池水20天的改善，你看她的手，当安迪亚的比萨，在那马萨杜阿布罗恩巴哈利，
inilah penyakit cirrhosis. 啊，他的手、手背，啊，看到吗？五个月有没有 different？ 阿拉比萨，啊 ，kemarin ada satu gambar lagi juga， 啊 ，itu orang di Cirebonnya， itu rumah semua dia ada satu cucu kena cirrhosis juga， cuma minum dua bulan sudah bisa dia biar kaki， 啊 ，dia orang ada rampak， ai cuma tak letak sini saja。You nak cirrhosis semua ya？ Ai boleh kasih you semua， ai cuma sekarang kasih anda tengok dua saja。Kita ada banyak. So ini ya, air yang boleh tolong banyak orang. Orang tak ada duit beli tanpa kita percuma kasih dia. Kalau orang macam ni. Even 中这些病的人跟你讲，他们很很没有钱的啦。因为他们这这么多年就是一到没有钱的，我跟你讲，真的很可怜啊。这是我朋友的弟弟在Johor，他是做广告的哦，所以要跟广告的朋友讲哦。因为他长期吸那个acrylic东西，导致有一天呢，他就出了这些，看到吗？一粒一粒啊，哎，但是他很乖啦，他也是喝太阳紫水，喝三个月，有不一样吗？阿大鼻子，喝三个月，他一天喝多少？他一天喝六个 liter，six liter，OK？这个是脸部问题 ，OK， 他的脸被烧伤，你用什么药可以查九天？沈冰兰哈利沙加，阿爸五百不能只八百克上，难吧？为啥？因为我那难吧？啊，因为我那半年怎么说的西部面？啊，他的这个半年半年过面，等啊，第二呢，可能他听我啊，听我冷落了，啊，他打难吧？加拉拿的加多龙岗。Lepas tu muka jadi macam ni. Dia cuma dalam masa minum air terahus dan spray ya, 7 hari kemudian. Oh, sekarang lagi bisa. Lai, yuk si woman dah asing ah. Sing. Lai, jangan diji lai. Lai, betul, beri tepukan. Kuat sikit, kuat sikit. Nanti dah boleh cakap kuat sikit. Ini tidak handsome. Sekarang yang baru handsome. Hah? Ah, tone dia, saya kaki enggak tone. Jangan sih, ini adalah saya jatuh, saya jatuh. Ah. Enggak, cepat dikit, cepat amnya. Ah. Cepat kau lompat kau. Terima kasih. Hari ini.我很感谢我的阿宝老师给我们的阿宝高级总监给他一个掌声一下吧，感恩他了啊！啊，我就长话短说，我 shortcut 就是我本身有血糖，我的脚有一个洞，然后呢，我就给我这个探头，他就介绍给我。我不是看这个探头，我是看他，因为呢，我认识他很多年，他是一位很好的领导，然后认识了他十多二十年，就等于是。啊，布拉德这样，因为什么呢？我很敬佩他，因为他是一个怎么说，义气呀、啊，就是说他很努力的，能够帮他尽量帮你，啊，有什么事情你找他，他会绝对帮助，所以我很感恩呐、啊，有他这样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大领导，我们再次给大家掌声一下吧。那么今天他介绍我这个，然后呢，我就喝了我的血糖啊，那有一个洞，洞来我就喝这个水。然后这个水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有一个情形就是我喝了之后我说一样的嘞都不会好的嘞。啊明天到八月嘞啊爸爸们讲。那么我就问他他讲你怎样喝我说啊差不多啦一厘的两厘的啦哦。啊这里的人有没有喝两厘的啦有没有超过两厘的举手有吗多少人有喝过超喝现在知道太和汁你喝超过两厘的普通你会喝到两厘的以上的有没有有吧没有哈、哦。喝酒会吗你会喝酒吗啊不会啊我喝酒可以喝五厘的、啊、掌声一下吗啊那么呢他就跟我讲那我就喝了啊、这个水他就给我他也因为太熟了哈他就给我一个大树的见证那么大叔看个 video 他讲四里的他说要喝四里的我四里的四里的你别按照你们把到你不必要不要哦对不对会吗四里的怎样喝
啊，所以呢，我就讲不可能啊，但是为了我要好，为了我的脚我受不了又痒，那么呢我就听话，真的开始不习惯了，那就我就因为我要好，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喝，早上起来养成一个习惯，早上在床头来一杯一大杯的喝，然后呢冲凉出来又喝啊，然后穿了衣服出去之前呢，还没有出去门口之前又喝，然后下车拿了一桶的水放在车上啊，下车又再喝，哇，就是一直喝就对了。除了一直喝，啊，我又很努力喷，哇，我又很努力喷，啊，越喷越年轻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唱片越喷越年轻，现在我更加努力，努力喷，努力喝，因为你们都讲到我年轻了，那跟我聊得好些，我不该不老的，哇，很开心，哇，最兴奋，哇，我是另外的老朋友，很久没见到，哇，真的很开心。那么呢，就是因为这样，我的血糖啊，在短短三四个月，那个痘没有了。Habis itu lubang saya pakai kencing manis ada lubang itu saya minum 3 bulan lepas itu saya minum mula-mula minum 2 liter dia cukup jadi dia bagi tahu saya mau minum 4 liter ke atas dapat minum 4 liter tapi ini air lain dia minum air halus minum tidak rasa kenyang tidak rasa perut kembang jadi saya lalu betul-betul dengar sebab mau baik kencing manis jadi saya minum sampai 3 bulan ini macam 4 bulan wah sudah lalu lubang itu hilang saya punya sakit gout 我尿酸也好啊，尿酸啊，痛的时候啊，半步都不能走。有谁这里有尿酸啊？尿酸一发作，我跟你讲，痛到你不能走路了。但是这个水喝了之后，哇，已经棒。我现在要喝酒啊，喝什么都 OK 的。啊，不是鼓励你们喝酒，因为我会喝酒，我坦白讲。啊，但是真的帮助到我。啊，帮助到我以前啊，差不多100 kg， 99 kg， 我就肚子很大，对不对？对吧？那什么，对不对？现在是不是比较苗条？但是我，对吧？啊，你看，感谢很久没看到我苗条去啊！他，你是亚曼人哈、哦？啊，不是西部的，我西部来的，看到我比较苗条，比较帅气啊，很开心。所以真的也可以帮助瘦身啊，不止瘦了，不是其他地方瘦了啊。那么现在我的这个啊跌倒的时候啊，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不小心勾到，然后那个 opetuna 我要 claim 那个市议会，哇，就是啊不小心经过勾到，晚上11点就去 parking 没有注意到跌倒，然后整个这边啊一裂，脸啊你这边看不到明显，很深，然后呢血一直流，我就是用这个水一直喷，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呀、啊、血糖喝得好，我就相信我就努力喷，一直喷一直喷。喷到血啊干掉，差不多喷了10分钟左右，一直喷喷喷喷了干，干了之后跌倒。各位，我想问大家，跌倒的时候啊，第二天你的脸啊会不会很痛？会不会生脓？会吗？会。会吗？脚跌倒会吗？会。生脓肯定会痛的。那么这个水喷了之后啊，我真的是讲都不相信啊，除非自己跌倒了啊。你自己跌倒，你试试看，拿来碰碰的时候，可以跟你讲啊，一点，第二天一点都不痛，只是一点点而已，就是好像一点点刺痛。大家多要去记，大家。bangun pagi bermisti kembang misti banyak ada nana betul, lalu ama ama sakit betul. Bila jatuh pakai nyaknya, berdalam nada jai. Ah, lalu hari kedua aku bangun nak sakit dah, nak kembang nada bisi nana atau nada.Ah, lalu aku spray. Wah, mayu hari-hari spray. Aku sendiri ambil gambar. Yang pada ayah saya pun tak tengok. Jadi 1 hari, 2 hari, 3 hari, 7 hari, 1 minggu, lalu habis. Sekarang, you 看到我的脸很，有看到吗？但是你越看是不是没有了？假如我用缝啊，搞了，我用缝加衣的，搞了才加衣，我会不会有一个破相？会吗？现在啊，看过去没有破相，对不对？没有啊，一点。一点啊，但是假如缝的话呢？不懂哎。缝的话是不是更不好看？假如你要这样啊，要缝还是不要缝？用缝。啊，不要缝。OK， 掌声一下，谢谢你阿布，给他一个掌声。这个呢，很感谢，就是喝了这个汤水，努力喝。那么今天我分享到这边，谢谢我们阿宝老师。谢谢我们的神哈、哦，来我们再继续。这个是 pimples 啊，这个小孩子花了很多钱啊，要不要 terapat？ 一大 terapat 的 ubat，
结果去跟他的家庭分享，分享了过后他爸爸哪里知道真的买，买了过后呢，给他的儿子努力喝和喷，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dalam masa dua bulan ada perbezaan ini gambar 2020 tahunnya ok coming soon saya akan tangkap dekat dia baru saya kasih orang tengok akan jadi lagi handsome paham tak ok ini orang Sabah ok dia bensin dia cung dah ada kulit problem doktor pun tak cakap pun tak tahu apa tu penyakit dia cuma minum air hitam ya terahut lagi rendam rendam dalam air terahut dalam masa ambil berapa ini dia kena 11 tahun dia cung 11 年都不能好结果说他要吃水喝正两个礼拜 two weeks only ok 所以再来 diabetic ini paling banyak ada banyak ok kalau dapat macam ni you nampak ini kaki orang apa you punya cadangan doktor 如果你是医生的话你会叫他做什么哦你看sini 巨有这个吧哥哥巨有不对 kalau kaki ini you punya ni mau tak mau mau nak tengok tak mau tapi orang ya bila mengapa sama lah doktor you nampak dia dia sama lah ini kaki bukan dia punya you punya kasih lah ke kaki betul tak kita cakap kalau potong kaki ini jari ini you punya kencing manis boleh sembuh lah luka cut 掉你的脚趾你的糖尿病能不能好如果 cut 掉啊糖尿病能好快点 cut 是不是啊很多是慢慢一个一个 cut cut 到完 cut 这个整个了 cut 完了这边 cut 这边 cut 完了再 cut 这边啊难地又顶哦ini angka cuma guna minum air terahus dan rendam dalam air terahus dalam masa satu bulan kemudian 一个月过后一个月之前是烂的哈，现在已经好了哈。老爸，dalam masa satu bulan sudah sembuhkan satu kaki. Ini nih, tadi doktor cakap. Ini nih doktor, macam mana doktor? Lagi main, betul tak? Dalam minum air terahus masa dua bulan, 2个月过后，这个呢，一个月过后再来。这个看到没有？ini semua orang tak sama, tapi saya nak kasih anda tengok. Potong kaki tak akan menyembuhkan penyakit kencing manis. Kita kena cari puncanya. What is the roots? 他的问题在哪里？一个人中糖尿病，你是砍他的脚，是不能解决糖尿病的，明白吗？所以呢，你要修复他回去吗？对不对？更严重的这个安迪卡到没有了 ，doctor 现在要卡这边。可怜吗？但是他喝了，他要吃水，短短两个月，是不是啊？有人应该拿普通卡机不足吗？你啊，有到普通卡机拿不拿八零几啦？哎，边上都自然安定啊。baru last two months baru potong kaki saja. You tahu? You ingat berapa ringgit dah? 60,000 ringgit Malaysia tau. 60,000啊！你们不动咖喱不用钱的，不用钱的，你回家拿你的刀自己咔啦，不用钱的，你明白吗？说完你听我啊，有那不动咖喱，那去那开始欧汉队，paham tak？说完不动咖喱，不干dapat menyembuhkan anda punya kencing manis， paham？有跟那查理本章呀，mengapa？ kerana you punya pancreas， 到了 pancreas dia sudah sakit。Tak boleh keluar insulin. Lepas tu makan banyak, ada banyak gula punya barang, dia akan meningkatkan you punya taraf, you punya itu gula. Faham tak? So you kena menyembuhkan sel-sel pancreas. Sel-sel pancreas kalau disembuhkan, dia akan keluar ini semua punya insulin, dan you punya gula semakin kurang. So kita ada banyak. I jalan sampai hari ini 2 tahun. I sudah cakap banyak kali. Minumlah air ini memang dapat sembuhnya kalau tak sembuh aku pulangkan duit kasih anda kalau dapat sembuh sila tolong try 10 orang boleh ya? Boleh sampai hari ini tak ada satu orang nak fight dengan air kerana memang tolong banyak you tengok lagi dahsyatnya
ini orang Kucing. Tapi ini orang Kucing, saya tak dapat cakap. Mengapa? Kerana ini testimoni bukan akhirnya. Ada salah satu lagi dia punya testimoni. Saya kasih dia cakap lebih baik. Okey, dia cakap lebih baik. Kerana ini kisah bukan saya. Ini adalah kawan kita. Jadi kita menggunakan tangan untuk menghormati kita dari kita Kucing. Ben Chiu, Ben Chiu. OK,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在师父，我是讲华语的哈。Ini malam di Sri Aman saya pakai Melayu boleh bahasa-bahasa ha. Ini testimoni saya tolong ini orang. Ini orang adalah saya punya customer dulu. Dia punya kaki diabetes kencing manis. Tapi dia cuma nasib. Ini pun dia punya nasib juga ha. Saya pergi cari dia, jumpa dia. Saya terkejut tengok dia punya kaki. Tapi selepas minum ini air terahat cuma satu bulan saja. Satu minggu saja ini. Satu minggu dia minum, dia punya kaki tengok sudah ada bagus sudah. Ini dua minggu dia minum. Tiga minggu, empat minggu ini lebih kurang sudah 6 sampai 2 bulan. Tapi ada gambar lagi selepas ini. Dia cuma minum 2 bulan saja. Itu klinik sudah discharge dia sudah. Dia cakap tidak payah datang lagi sebab dia sepatut dia setiap minggu ada pergi itu klinik dressing 2 kali. Tapi lepas minum ini air terahas cuma 2 bulan saja. Itu klinik sudah discharge dia sudah. Lagi dia, nah ini lagi satu testimoni. Ini pun saya punya kawan recommend punya. Sebab itu kawan tahu ini air terahas memang dapat tolong orang. Ini pun satu pesakit kencing manis juga. Dia adalah itu panggil apa itu bisoy ya. Itu dalam ada nanamnya ha? Tapi dia kembang sudah besar lah. Lepas tu dia pergi operation on the 3rd of February. 3 hari bulan February lepas dia operation. Ini dia bini ambil itu gambar kasih dia tengok. Tapi lepas dia sendiri tengok dia fikir mati, dia akan mati sudah. Sebab dia tengok ini macam sudah teruk. Oh, lagi dia cakap sama bini. Dia pun tidak tahu apa hal dia pandai ini macam. Dia cakap dia pun tidak bukan orang jahat, ada kacau orang ke apa. Oh, tapi dia punya nasib juga. Lepas dia jumpa saya awal bulan Mac. Dia cuma minum ini air satu minggu saja. Tapi itu dua gambar sebelum itu saya belum tengok. Saya tanya dia apa macam, dia buka kasih saya tengok. Dia pergi cari saya, dia cakap dia mau beli ini air. First, cuba saya kasih dia satu kotak dua botol besar. Kasih dia try, free kasih dia. Lepas tu dia telefon saya, dia cakap dia mau beli air. Lagi dia ambil itu botol kosong, dia bawa sendiri punya air saya scan kasih dia. Saya cakap sama dia, minum banyak. Ini on the 19 lepas baru 2 minggu lebih dia minum. Ini 27 kali bulan. Lepas tu ini sepatut awal bulan 4 dia sudah okey. Tengok dia punya palak. Jadi ini air terahat memang bagus. Bukan untuk diabetes saja, untuk semua penyakit. Asalkan ada minum banyak, dia pandai improve kami orang punya health. Okey. Ya, itu saja saya punya sharing ini malam.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en Chiu. Tengok ah, ini dia punya testimoni nampak ah. Okey. So kita tak payah tunggu sampai macam ni baru minum terahus. Woman, 趁我们健康的时候要保养。不要等到有一天你有糖尿病这样大的一个腿哦，你才要喝太喝紫水吧，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没有三高四高的朋友们，快快喝！而且今天我是叫你吃药吗？没有，喝水而已。水是谁的？水是你的，
不是我的，你不用担心我有放降头，你也不用担心我有放伟哥下去，明白吗？啊 ，OK， 啊，脱发问题你看到吗？谁喜欢没有头发的拿手呀？啊啊，只有我的 Benju 了，因为为什么他有头发的特地去剃波打？啊，看到吗 ？OK， 所以呢，每一个人破头发看的就比较老，对不对？这个只是拿来喷我的人没蛋的没蛋 ，OK， 他喷两个礼拜，就马上 pro， 他叫 spray，OK，、okay? 啊，这个两个月 dua bulan， 好了，两个月，哎呀，那半年到我的半年，你就马洗几次掉到，又拿半年，哎呀，那半年半年 ，OK， 3 bulan。OK， nampak ada beza. So, I, oleh itu saya kata, sebelum anda minum sila tangkap gambar, you tak payah kasih aku tak apa, cuma you simpan saja. Lain kali you nampak you punya ini, punya apa, you punya rupa, ha? Begitu teruk punya sudah tak ada. Nampak, kita punya satu handsome boy sini ada, mengapa? Dulu dia panggil apa? Si gemuk. Nanti you nampak dia. Si apa? Si handsome. Si kurus. Oh, I pun tadi I petang saja bersembang dengan dia. I tak percaya. Dia dulu 112 kilo. Tapi sekarang nanti you tengok, okay? Ah, nampak ada beza? Yang mana berbeza? So, ni yang hei tofa, hai siap bai tofa. Lugo, ni hala tak ada cisui, ni de tofa hui seng chulai. Ha seng chulai de, ha de gen si hei se de, na ke si ni de sin tofa. Lugo ni seng chulai si bai de, na ke si ni de ran tofa.呀，我的头发你看这边有很多 baby hair 的，我不要去，我不要卡掉它，懂吗？因为我们越来越有年纪，它一直往上上，往上上，懂吗？啊，看了会很老，所以呢，我要它的毛每天喷喷喷，它生了毛，我去剪头发，不要卡我的毛哈，这个我的 baby hair 来的哈，啊 ，OK， 啊，女人喜欢吗？看到吗 ？This one is what natural free one， 是不是？喝水也喝到年轻，老阿妈都会变小脸嘛。看到吗？看到没啥？伊尼啦，巴塞，巴尼阿喵，耍咪打巴雷图嘛？啊，什么 entertain？ 每天晚上讲，哎呦，我有应酬，我有应酬，那么每天看到这个脸都晕了，是不是啊？啊，做女人的要顾顾自己一下，照顾一下。这个时候呢，你老婆、你老公每天都在家，他会看你老婆你要去哪里啊？今晚，是不是啊？哦，所以呢，女人要保养，明白吗？我们女人的人有保养呢，叫做老样子；没有保养叫样子老，啊！所以你要多喝多喷哈。这个人呢，我没有看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是越南妹，见到他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是中国妹。啊，他叫萱萱哈，我们在2019年中国妹的 ，OK， 这个是印尼的三个月的脸，这个是萨瓦迪卡卡空卡 Thailand 一个月的脸，有没有不一样？OK， 啊，再来这个在咪咪的，他跟我讲喝了你的水都没有什么效果，我讲你拿你的照片，来我跟你做一下，现在你拍一张，他在2021年5月才喝的，你们咪咪的人，他一拍出来啊，自己吓一跳，他才查到，哎呦，有没有不一样？他的咪晒啊，我问你，我问他，你去染色他讲没有，明白吗？那天我在咪咪才见到他，比这个更年轻。啊，我们有证人的，对不对？德丽莎哈边就有没有？啊，你没有看到哈、哦？你没有看到？德丽莎有，变更年轻掉，他又穿花花的衣服，嚯，肚腩又不没有了。我跟他老婆讲，抓紧紧喽，这个很多小妹妹喜欢的大叔，我跟你讲，啊 ，OK， 啊，这个呢，我每次都很喜欢抓那些大姐哦，尤其我看到他们这皱皱的，我就跟他讲。这边要拿烫头烫了喽，这样做，明白吗？来，我跟你喷一下，要不要？马上可以滑掉了。他们讲不要了，骗人的。我跟你讲，不用紧，来喷一下。这个是我喷了很多次，这个是最近一次。她是一个 Dustin Sri 的妈妈，所以我没有拍她的脸哈。所以我拍了过后，你看 ，20 minutes later， other different 啊。说完了，这嘎巴到掉掉咖喱啊，女人啊，请你们啊。如果你们有擦那个什么美脸的东西，不要一直这边擦这边擦，要记得这边也要擦，懂吗？喷那个止水，它要止水，这边喷喷喷，这边也要喷，你知道吗？不然等一下永远你这边看下去18岁，一看到这边80岁，花砍头了，明白吗？上面下面都要爬，
然后还有啊，女孩子如果你要穿这种的哈，有露的哈，我跟你讲，这边衬托一点，很多女人没有去察觉的，她穿那个露胸的，那比较娇哎，明白吗？啊，你要一直喷就喷了，你才可以穿到我这样的卡嘛，对不对？所以呢，努力喷，明白吗？为什么会有皱纹？因为你缺水，明白吗？你看一个一张纸哈，你拿来揪它会不会皱皱？对不对？你拿 wet tissue 湿巾啊，你来揪它，你拉回去，是不是没有皱皱？为什么？因为这个没有水吗？ wet tissue 有水吗？所以是不是要喷多一点，喝多一点？尤其是女人，女人是水做的，柔情似水，你要补多一点水，明白吗？你才可以猪龙入水，明白吗？ OK 啊，这个呢，我见他的时候呢，哇，他的脸够力哦，因为这边又蒙蒙啊，你看他真人，他的脸 OK， 他跟着我们走啊，你看4月11号到5月4号有没有不一样啊？什么事？我点亮我老板，他好像我点亮啊，是吧？OK， 所以你看到他哦 low power 了，可以放 terahertz 吗？开玩笑哈。所以呢，他之前呢，他接触了胎儿止水，结果呢，他就把他胎儿止水收起来，没有好好用。结果但是我们去到那边呢，就跟他分享过后呢，他开始才真正喝和真正喷。所以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来自联邦的德丽莎来啊，真人在这边来讲几句一下，等一下开你的脸给一下，脱你的口罩吗？啊，不要脱口啊，喷口罩啊，来喷口罩啊。Hello， 大家好，我联邦的，最重要是什么？喷多多水，喷多多就好了。我这个是每天都喷，每天很多水的。所以你们就是那么多水就 OK 了咯。OK， thank you。等我两天。啊？几天的？先喷我差不多脱离的，原来我是很时常喷的，因为跟他们一路走来，他很热，我就是喷，连不知不觉就这样了咯。然后我也发现到我的那个裙子，它透那个会有一点翻掉。谢谢你们。啊，谢谢我们的 Teresa， 你看他这样，他害羞啊，你看 ，OK， 最重要，你看到吗？他跟着我们这一路走来，他自己也吓一跳，啊，看到自己都不一样掉，哦，所以很简单哈，我跟他讲，这一趟你跟我们回到古晋，你再回林邦，你的朋友全部吓一跳，你去整容啊，对吧？这很简单罢了，你看啊，很便宜的东西哦，可以用到了哦，所以今天如果做老公的我们啊 ，please。给你的老婆叫她喝多一点，喷多一点，她就在替你这样省钱。以前你的老婆跟你讲，老公我要买这一罐，喷了会年轻的，300块。你老公讲什么？哎呀，你的脸喷来喷去都一样的，老杂货了，还要喷什么？有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不给钱啊。但是现在不一样哦，你喷了可以年轻美了，他讲老婆。喷多一点，你美了一点，我带你出去哦，哇，我不拉嘎喽，明白吗？好像带 girlfriend 出去这样啊，好靓女嘛，啊，所以今天为什么你老公不带你出去，你要检点一下了，所以多喝多喷，知道吗 ？OK， 啊，这个是在明珠路的哈，我那个伙伴，他的雀斑喝了4个月，喷4个月，他的雀斑慢慢淡化，如果你有一点的斑 ，OK， 没问题的哈，都可以帮到，你要努力喷。他生了6个孩子，他是6个孩子的妈妈，他就问我这个水活可以帮到妊娠纹吗？我讲我到底知道，我都没有生过孩子，对吗？我讲出来看啊，你都买了你就喷啊 OK， 他就很努力喷，你看一个月，喂，再过一个月有没有不一样？都得4个月，有没有不一样？所以呢，亲爱的女人们，伟大的女人，尤其是明天就是母亲节，所以我们再给现场的每一个女人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你们，有女人才有我们，对不对？有妈妈才有我们，所以亲爱的男人要好好爱你的女人，你看她为了你生孩子，她要忍受这些人家看不到的妊娠纹，明白吗？啊，你不要嫌弃她，在今天呢，你就叫他买水，买水给他喷多一点，
他就慢慢会回去的，明白吗？哦，如果有咒咒，可能喷多一点，你哪个地方有咒的喷多一点 ，OK？ 啊，这个是 cataract， 什么？这个是狗喷五天，有没有不一样？啊，这只狗完全不见掉，有没有？我们不只是这两只罢了，我还有很多猫、狗啊、人哦。我爸爸其中一个啊，我不是讲我爸爸是狗啊，我讲我爸爸也是有 cataract， 明白吗？啊，我有给他喷，他割了一边，过后有后遗症，你知道，割了 cataract 一直要流眼泪。他每次出门好像戴高戴这样要抹抹高啊，穿黑眼镜。结果他另一边也中了，我就准备了4000多块要给他去做，结果他不要，因为他觉得蛮贵。其实不是啦，我跟你讲，钱不是问题啦，他是怕看医生啦。因为我爸爸以为对医生没有什么好感的 ，OK？ 所以呢，他没有去看，结果太二十来了，我给他碰碰碰碰碰碰碰搞顶，我爸爸的 prostate 搞顶 ，prostate 懂吗？前列腺。在座的男人，我跟你讲，不管哪一个男人，到了一个年龄一定会中前列腺问题的，你注意他一直跑厕所你就知道什么事情了。啊，我爸爸就是这样啊，他一直跑厕所啊，去吃东西他还没有出门就去找厕所的，现在隔壁点他不是找东西吃，他找厕所，吃完了东西还要回家，他又在跑厕所，回到家他又在跑厕所，好像跟厕所有仇这样，你懂吗？但是这个是男人的痛，所以你看到你的男人有这样的问题，快点叫他喝。所以我爸爸喝了两年，我喝了两年，在二月新年我去我弟弟的家贴药，贴药回宾院要多久？4个小时，3到4个小时，因为我家慢慢的 ，OK， 4个小时，我爸爸连一次厕所都没有去，你看到吗？有没有改变到？改变了。我2个月、3个月跟我爸爸剪头发的。因为 MCO 我变成 barber， 不会都要会，我全家去剪头发了，懂吗？我跟我爸爸剪头发，然后看到我爸爸头发黑到完了这边黑的 black color， 我爸爸75岁了，我的阿姨的头发也是黑的，喝这个水罢了。Don't believe me, dream only, OK？ 那这个腿也是一样，腿啊腿嘛，啊 ，be sore 啊，喝了2个月。2 bulan later ada beza. Nampak tak payah buat perbedahan. Faham tak? Ah, okey. Ah, ini cancer 的就很多，这个人呢是我朋友的妈妈，他们全家人都是死在啊 cancer 那个 heart cancer 啊肝癌。所以他们每一年很注意去 check， 在去年呢他去 check 的时候呢，他的 ASD 指数呢飙高39，正常34。结果喝了他的止水3个礼拜过后去见子期，他的女儿本身就是我们的朋友 Rachel 啊，他来到51，医生讲如果这个来到70叫做肝硬化，或者甚至可以叫做肝癌，他讲的 OK。 喝了他的止水1个月过后降到14，看到吗？ OK， 我还有很多话，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乳癌的病患者，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去中国OK， 他是 nurse 来的哈，护士，他中了乳癌，已经是被判死刑了。怎么叫被判死刑呢？就是没有药医了，可怜吗？所以如果这个是你的家人，你会怎样想？所以呢，他只是喝了我们的太阳池水8个月过后，那天我去见他的时候，你看到现在还在。亲爱的女人们，好好保护你的两粒，明白吗？啊，多喝太阳池水，多喷一点点，明白吗 ？OK。而且医生都吓一跳，为什么他会活起来？你看到吗 ？Doctor 为了他开了一个大会，问他你到底吃什么东西？他讲我喝这个水哦。包括最近我们还有一个见证，也是很多 cancer 的很多，只是最近我还记得了。医生讲你剩下2天，看到吗？很多的癌症病患者死在那里，你知道吗？死在 chemo， 死在医生的嘴里。为什么？他跟他讲你最迟2个礼拜，最快2天，你看啊，如果那个人是你讲死掉了，脑子了死掉，懂吗？所以我们的人去介绍麦克池的时候啊，他跟他老婆讲你不要买啊，我还炖药啊，陆满贝来讲，懂吗？他老婆还是偷偷买，
买了他骂他老婆，我都跟你讲不要买了，他都要死了，你还买多么？结果他讲你要死了，我和阿伯不要死，懂吗？因为我们看到你这样，我们怕，我们要顾自己的健康。结果呢，他喝我们他要吃水第一天，他本来喝什么饮料水的，来到他这边哦，他这边就会肿，肿了过后他的水就会咚的力吐到完。结果喝他要吃水，哎，喝得些哦，啊，这个人到现在9个月了。懂得讲2个礼拜吗？最慢最迟最快2天吗？我到现在9个月了，从30个 kg 到现在有50多个 kg 了，啊，有机会你们有介绍的我 send 那个 link 给你们看，太多了，包括今天还有一个小孩子的也是很可怜，也是救活了，他的癌症也不见掉了。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为什么这个水帮助癌症那么好， OK。 所以这个是我在巴汉拉乌的这个女孩子，她叫莫娜，我还记得我见她的时候，她来分享在一个红巴地，瘦瘦穿着一个帽，我就知道这个应该是有癌症的， OK。 讲话很小声，明白吗？她就喝了那个，那时候她做提莫，你看头发都脱，她提莫啊导致她的根啊，提莫得她病啊，她的根全部都浮起来，而且呢提莫的人他们的指甲都不生霉了，他导致最后他做一个叫 targeted therapy 标靶，导致他心脏，他跟我讲往后你的朋友谁有做标靶 targeted therapy 的，你跟他讲他会影响他的心脏，他的等于单江动啊出马阿达迪加普罗普兰多杀掉 30% 了，他走路都喘，不能流汗，他不能不流大鼻大混大路 ，OK January， �ia minum air teras sini sampai hari ini ada lagi， nampak muka dia ini much mere， 刚刚过的 much， 明白吗？我去拉乌的时候，那时候我去紫兰顿，他刚刚还在拉乌，我就邀请他上来，好像你们这里阿曼和吴静，我就叫他过来跟我做分享，明白吗？他现在可以流汗，胃口很好，我跟你讲，他吃东西我怕啊，什么都吃了我。我进去了，你看啊，所以他的癌症指数全部没有了。OK， 这是我朋友的女儿，叫霍的，子宫瘤在短短的3个月跌，从这么高跌到这样。OK， 啊，这个是前列腺癌 ，prostate cancer。这个安哥中的时候呢，2019年12月38.81，9月呢，2020年呢来到111.6，一年过后，来到10月呢来到122.4。如果这个是沙哈马 share market 啊 ，very good 啊 ，because your share keep on going grow up very good， but this one is what， this one is cancer no good。After 我们介绍他，他喝池水膏喝了5个月，跌到多少？1.31，再过2个月0.68，啊，因为cuma sikit saja kita ada banyak lagi， paham tak？So pentingnya kalau ada you punya kawan sudah dapat cancer, you khawat dengan dia, bukan the end of the world. Faham? Ah, bagi dia ada tenaga, introduce dia minum kuat sedikit. Faham tak? Cuma minum air saja. Tengok, ini banyak orang suka punya, betul tak? Tak kira berapa kurus ah itu wanita, dia pun cakap anda瘦身. 女人不管多瘦，她还讲我要瘦。我都不懂女人搞什么，我的朋友很瘦了，他讲我还要瘦，我讲你要风一吹你就飞了嘛，所以我就搞不懂女人的思维，他就觉得很瘦就美了，其实人要健康才美了，到什么的年龄，尤其是你看像我们的当年像我们的 counselor， 我讲来到这年龄你一定要这样的身材，不要太瘦，对不对？美美均匀就好，但是也不要太肥啦，啊，看他有没有健康的瘦，有没有？这个是中红斑性狼疮 SLE， 懂吗？所以你的朋友有中红斑性狼疮的，你一定要叫他喝水，他没有药医的，医生只是给他吃荷尔蒙药而已，明白吗？他会越来越肥。包括最近我有一个 case， 当时我再给你们看，他头发脱到完30出岁罢了，他们有这个症状，而且红斑性狼疮会死人的。我有一个 neighbor， 以前他的女儿，他的孙19岁，就是红斑性狼疮死，他是因为长期吃药
吃到要洗肾，脸肿要洗肾，他喝了我们大家吃水三个礼拜的时候，我有跟他做一个 interview， 我有跟他 interview， OK， 他三个礼拜瘦掉，而且呢他到现在没有洗肾，包括他的 SLE 都好了，红斑性狼疮哈，这个是我美国的伙伴，看到吗？啊，女人们苗条一点点就会健康一点点哈，这个是我印度尼西亚的，有没有瘦掉啊？这个是我他的老婆，看到吗？有没有瘦掉？喝水就瘦掉了，看到吗？啊，还有一位来，我们有请哈，热烈的掌声。这个还不多，90多kg，我叫他给我100多kg，他找不到。来，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校长的孩子来，杨成龙啊，忘记了。你知道什么啊？哇，你们都认识哦。Edison， OK OK， 来，欢迎 Edison 来讲几句一下。啊，你看他多瘦苗条吗？他以前跟我讲哦，他有100多，这个只是90多。我叫他拿100多的呢，拿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太肥，不喜欢拍照。大家晚上好。好。我瘦也，毕竟也是为了自己的身体也是没有健康到哪里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正在去医院啊，反正因为我非常没有一点下去生病，就要发烧，是不是就发烧，还有那些怎么说啊？肚子痛，胃不好，因为我喝了差不多2年了，现在比较好。而且他的背啊，他讲有很多啊脓啊什么之类啊，对，因为我背后会生那些好像那种的东西，黄家，现在不会了，比较好了。我你现在多少个 kg 啊？76，76，看到吗？他112。Dulu dia 112 kg. Selepas minum air jatuh sampai 76 kg. Nampak beza? Ah, sila beri tepukan. Betul. Dan ni se, tidak ada tang niao bing, ma, betul? Tidak. Kerana ada orang tiba-tiba kurus, dia akan terkena tang niao bing. Saya tanya dia ada ma? Tidak. Dia adalah kurus sehat, kurus dengan keadaan yang sehat. Okay?So, sila beri tepukan kepada Edison. Terima kasih. Saya tak kasih dia buat persediaannya tau. Okay? So, pentingnya lah, cecongnya lah. Testimoni cakap sampai besok pun tak habis minyak. Pentingnya. Badan kita diperbuat daripada sel. Pentingnya sel sehat, badan sehat.Dunia ni tak ada penyakit, cuma ada satu penyakit, itu penyakit apa? Penyakit sel. Tengah sisi sang meyuh bing, ciri yuk bing, naga bing jauh sama? Si bau sen bing. Ciri ni jika ni de si bau cang, ni de ren jauh cang le. Jika ciri ni de si bau jengkang, ni de qi guan jauh jengkang. Ni de qi guan jengkang, ta jauh jokong. Ni de si tong sistem jauh jengkang.只要我们的身体系统会排泄，对不对？会新陈代谢，会血液循环，那么呢，你的人就健康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细胞要健康，你要给它什么？高粱面咯，拉沙咯，德西咯，是不是啊？不是，你要给它这个东西，你要给它太赫磁波阳光，你要给它水，水是谁的？你家的，你要给它氧气。水里面有没有氧气？水叫什么 ？H2O， 在里面有氧气哈。你要给它营养，加上一个好的睡眠呢，人就健康了，明白吗？哎，为什么我们的水帮助癌症那么好？不是我讲的，这个人是 Mr. Dr. Otto Warburg， 他是 The Root Cause of Cancer 的权威医生，他讲的话比我讲10000句更好。正常 healthy cell 你看有很多零，看到吗？这些就是 oxygen。 cancer cell 里面只有一个 O， 看到吗？很少 oxygen， 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癌细胞了，我不管你接受不接受都会有，只是不要给它发作。好，比如一个国家一定有警察，一定有坏人，
你不可以讲我这个国家要好人不要坏人，不可能的，明白吗？只要让你的国家啊、哦、那个兵啊警察啊多一点，明白吗？你的坏人就不会这样坏，对不对？那么很冷啊，很冷啊，很冷就关小一点哦。很冷。哦，很冷啊，我们关小一点哦。哦，关了哈。OK，OK。哦，这样我们就关一点点哦，好吗？你们热的时候我们再开哈。所以你看啊，我们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有癌细胞的，只是不要让它发作。当那个人发作的时候，你往往去 check 的时候就是第三期，不然就是末期，对不对啊？你要记得我们的癌细胞是由我们正常的细胞突变的。当你的免疫力下降，新陈代谢下降，血液循环不好，你的偏酸性高，人就会中癌症了，明白吗？你不要以为哦，我拜神啊，一直拜神，哦，我很热的，我一直拜神拜神拜神哦，就不会中了，不能的话，你要知道哦，只要没需要怎样，今天癌症最怕的不是你的 money， 也不是怕什么 doctor， cancer 最怕的是什么？氧气 ，OK。癌细胞无法生存在高氧的环境里，所以你有听过脑癌、brain cancer、骨癌啊、bone cancer、胃癌，对不对？你的啊 stomach cancer 啊、colon cancer 啊、eye cancer、ear cancer、啊、大部分 cancer， 对不对？很多癌都会听过，但是我们身体有一个器官 ，you never heard before cancer， 又到阿爸 organ 一度打啊。阿爸 ，organ， 他不拉登啊，阿达 cancer 咩？啊，你知道，我知道，你有听课的，我问他，我等一下我再讲。阿达到，到了，啊，阿爸，啊，阿爸阿爸，阿达 cancer 咩？他不拉登啊，阿达 cancer 咩？阿达啥都 organ， 阿达我，心脏。啊，听到啊，请给我们这美女一个掌声，来。对了，这位老板娘哈，肝动发汗的，有打喷啊，等啊，阿达肝动 cancer， 有怎么做嘛？阿达等啊，肝动阿达鲁班，肝动杀气，肝动发汗的啊，肝动打阿达等那个心脏衰竭、心脏阻塞、心脏有孔，从来没有听过心脏癌，为什么？因为今天 ，kerana hari ini anda hisap satu udara。OK， 要 menapis melalui upaya berbaru， lepas tu upaya carbon dioxide keluar， upaya oksigen pergi mana？ Upaya oksigen akan hantar pi upaya jantung， jantung buat apa？ Berdebuk debuk， betul tak？ Denyutan jantung pump oksigen for blood circulation， 增生，所以你的心脏是高氧的，看到吗？所以为什么我要你们喝多一点水？为什么我们很多喝了太多水过后，他的天色不见掉，全部有破得了嘛？蒙阿波斯勒巴斯米诺，德拉赫斯阿耶瓜瓜勒巴斯杜迪亚皮亚天色苏达伊朗蒙阿波，克然而阿耶达拉阿达，氧气。嘿，连你别再讲，阿皮亚鲁马皮亚阿耶本阿达氧气啊，不对啦，不对会，但比安达咩阿耶。Dia punya itu molekul banyak besar, tak boleh masuk sel-sel badan anda. Kedua, dia tak ada tenaga terahus. Nanti saya buat satu demo kasih anda semua tengok. Air ini dalam ada terahus. Bukan air cakap siok-siok saja. Faham tak? Okay? So, you tak mau lari dulu. Ha? You nampak tak? Ha? Badan kita ha? Semula jadi punya. Kita punya badan ada...这么样 antibody， 明白吗？所以badan kita， 我们的身体有抵抗力细胞，我们的身体有癌细胞。啊，你们猜一下 cuma tiga， 啊， mana itu adalah cancer cell， mana itu adalah antibody cell， 请猜一下，猜一下，你丹林先知道了吗？啊，江有知道吗？知道了，这样不好玩了。来，美女，哪一个是癌细胞？哪一个是我们身体的抵抗力细胞 ？NK 细胞，哪一个？猜一下啦，不用紧了，你不猜我们不能回，你知道吗？我一直等你猜哦。哪一个 ？Which one cancer cell? Which one is antibody cell? 哪一个？啊？啊？
老板你没有猜过。OK， 来了，哪一个过来？这个什么？哦，他的欧浪啊，哎呦，我晒了咯。今天没有欧浪，反正拍谁的？我们不什么拍谁的？来，这是什么？哪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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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我，老师，红的是什么？啊？啊，班带啊！你看，有听我讲过的，给老师一个掌声啊！Ini adalah cancer cell. Ini adalah kita punya badan punya NK cell, antibody cell. 对吧？你看到我们的身体啊，有这些 antibody 和这个癌细胞的。所以我们只要增强我们的抵抗力细胞啊，它 automatic 我们 makan itu cancer cell 呢。faham tak? You cuma kasih dia kuat. So maksud, you nak you punya ini semua askar pi perang ah, berperang.啊，你要去他打仗，你给他什么？巴朗刀，他讲打，你要给他 M16 bazooka 铁甲枪，懂吗？所以你看这个 video 你就明白了。Sorry， this is cancer cell， you see， 一大面 NK cell， 我得砍断掉咩，抹干掉，siapa aja dia mia， ini semula jadi punya， tak ada tak ada orang aja。Nah, ini satu lagi NK cell memusnahkan nah, satu sel sudah diancam virusnya. Ini NK cell. Tengok dia makan dia. Nah, ini kita punya white blood cell. Nah, sel putih. Dia boleh chasing apa? Dia boleh mengejar ini virus-virus. Nampak? Makan.Ini engineer T cell, salah satu antibody cell juga, okay? Dia boleh makan sampai dia jadi mati, jadi sudah mati, okay? Ini cytotoxic T cell. 你看他们去追他了，看到吗？我们的身体 automatic 会去追的。为什么一个人会癌症中这样多？因为他的这个癌症越来越多了。那如果你打 chemotherapy 啊，它是两个好的坏的一起杀死到完，明白吗？当你的身体还要 recover， 它又在打第二次 chemo 了。当你的 recover 来第三次、第四次，我的朋友有的打100多次了，明白吗？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最好的医生啊，我们的身体自己可以去医病的，明白吗？看到吗？吃掉它，他会叫朋友来吃掉它。对啊，中癌症的人不可以吃补，就是这样咯，明白吗？你不要中癌症去吃人参啊，等下去吃那些保啊有补的，它补到好的也补到癌症，所以死更快，明白吗？所以今天你不要中癌症，你要 make sure 你的氧气要够。明白吗？以前你的细胞打个比喻，你可以只是进10L的 H2O， 10L的水，但是我照射3分钟过后，它变很幼的时候，你喝的时候，你的细胞可以进100万L的 H2O 的时候，是不是不一样？你的氧气是不是高了？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OK， 所以呢，为了自己，为了你的家人，请一台太阳池水仪回家吧，因为你买了，我也不会发大。你不买我也不会变乞丐，对不对？因为健康生命是你的，因为请了这一台回家过后啊，全家可以受用，全家人可以用，你一天才花2角钱，你可以给全家人用，而且又可以给你的狗用，你的猫用，你的植物用都可以，你看多么的好。不是你今天买了明天买后天买明年还要买，如果你一天这样照叫一次，如果你一天照10次，这台水仪可以用13年，如果你一天照一次，你可以用130年，够对吗？啊，但是没有啦，我们有时也会照给人家喝的嘛，对不对？有时还卖给人家的水，对不对？所以我讲不要讲到13年啊，各位帅哥美女，
我讲不好听，这五年到六年你没有去到 Borneo Hospital， 你没有去到看医生，是不是值得了？真的很值得了，明白吗？啊，健康就是财富啊，健康不是一切吗？对不对？没有了健康呢就没有了一切，对不对啊？ OK， 所以呢这个再给大家看一点点哈。我的朋友哈，他的那个拜神的东西啊，烧香的 OK， 用了很久两年，他要丢掉，他老公他老婆讲不要丢，你拿来蒸汤喝吃水啦，所以他就拿来蒸咯。你看ini anak bayangkan apa? Bayangkan badan-badan, organ-organ badan kita dalam banyak bertoksik, ada banyak ini, ha? Kita ada minum, ada hisap, ada apa semua pun ada, betul tak? Sesia de dongxi, zao nian zai wo men de qi guan, de bu dei? Zhen yang chu, so yi ni yao he duo yi dian tai yao chi shui. So yi mei ci wo de jiang, bu shi wo chan ping mei you xiao, shi ni bu yao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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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o fang fa.明白吗？要喝多一点，明白吗？所以他就蒸太二池水，蒸两天 ，OK， 中吗 ？Rendam dalam air dua hari kemudian you tengok apa perbezaan. Ini semua sisa-sisa ha, toksik ha, ini semua keluar semua tanpa guna sabun, tanpa guna apa-apa sebut cucian, tidak, cuma air terakhir saja keluar semua.Kalau hari ini, you pun boleh balik buat. You guna apa? You guna you punya pinggan, ha? Pinggan. Ha, ni tak dia, ha? Sebab dia, ni tak dia.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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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 boleh. Lupa ni, putong, pen suai ke sini, ha? Puna, ni nak, tak pen. Pen yang kau, ni nak, na ke tissue paper, cak, tak pen, tak pak, takkan yang sansi. Cing, cing, jie, jie. So, ni, tai ke ci suai, qi yu, iji bang. Qi ni de tan gu chun, ni de li mian de xie zi, iji bang. So, wai semua, wo jau ni men,喝的时候要注意你们的大便，看一下，很多油油的、黑黑的会出来。包括我有很多女人，喝了过后她的血母啊会破啊，血块啊出来，啊，尤其是女人，哦，所以呢，女人妇科病很多就是这样来哈、哦，看到吗？清清洁洁，凡要不是，单发古那蛇波主机，啊，阿爸不拿了。Ya cuci banyak kali sudah lama pun tak tanpa dapat dicuci. Ya cuma rendam dalam air terakhir saja. Satu titik minyak pun tak ada cakap. Nampak? Macam kita punya badan lah, banyak organ, sudah ada banyak toksik, betul tak? Okay? So mengapa?Anak anda semua minum banyak, minum pas ini pasai lah, faham tak? Nampak ada satu lagi? Nah, sama. Ini, nampak? Oh, cantik semua ni. Keluar semua, okay? Lagipun, hari ini sudah 2 tahun lagi orang tak ada keluar rumah. Banyak rantai emas.Sudah tak pakai, dan dia sudah oxidation. Ah, 很多的金链没有穿氧化了，对不对？你拿去给人家洗，你又怕人家洗掉你的金，对不对？所以呢，你只要拿一个太阳池水，放进去蒸着就可以了，拿一个杯。OK， 这个是我的一个女的伙伴哈，在槟城的，我跟她讲了过后，她那天呢真的是，她放她的 Pandora 了吗？女孩子很喜欢穿那个 Pandora， 她就拿来蒸，一天过后她讲，哇，比我拿去电洗更。亮啊，所以呢你的精炼和你的 Rolex 你拿太阳石来蒸，明天你拆开蒸它一天就知道了。这个是我家的锁匙，你看我拿来蒸太阳石水，一天过后，两天过后，三天过后，看到这些就是我们身体很多氧化污垢咯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的肮脏，看到吗？三天而已哦 OK包括你家的这个拜神的啦哈，包括你家煮菜的你的抽油烟机也是一样，你只要拿我们的太阳池水喷它的抽油烟机，蒸它二十分钟，等下你拿布擦就起了，包括你的风扇，风扇一 pass 很多肮脏对不对？
很难起，就是你碰它啊，咖啡加人当多多米粒，人有辣椒，猪妈姑那底修什么卖什么 ，OK 啊，你看到吗？蒸二十分钟，多么的神秘，飞出来的，我跟你讲，所以它汽油一级棒，它的渗透力很强哈、哦。所以呢，今天呢，我的分享呢就到这边为止。I'll be sharing hari ini sampai sini, OK? Nanti I buat satu testimoni kasih anda, tengok apa.Mana ada itu terahut sinaran? You 看到吗？看到吗？你看到吗？里面有太阳直播，看不到。I tak nampak. I macam mana percaya ada? So I buat testimoni ini kasih anda tengok. Okay? Ini adalah limau. Beli dari Europe tempat limau saja, limau. Okay? Lemon. Okay? Ini pun sama, lemon. Okay? Lepas tu nanti.Saya rendamkan air ini dalam air normal. Okay, you nampak? Ini ada kertasnya nanti saya taruh terahus air. Ini normal air, siri amannya. Okay, ini air pun siri aman. Ha, cuma ada titik-titik 3 minit saja. Okay? Okay. Okay, Mas?Okay ya, kita tengok ya. Kita cuma rendam dua ini lemon dalam air. Air tak ada sentuh lemon tau. Okay? Nanti kita kira 20 saat. You minum tengok apa perbezaan. Ini ni lemon memangnya. Lemon apa rasanya? Tak se la de, ku de, hai se tian de.啊，好、哦、酸的，正常哦。西里阿曼的人还正常了。那天我去问他，讲苦的，啊，那苦瓜才苦的吧？所以是酸的，对不对？所以呢，等下我要重点要跟你们讲什么 ？Lemon 是一定酸的，两个都是酸的，不可能你喝了太热池变甜的，明白吗？只是正在太热池水的那一杯呢，比较好喝。比较容易进嘴，你不会酸到你妈妈会怕。这个呢，哦，你的脸，你的都不能开，把尿马上。我的重点要讲什么？因为我的格隆邦德拉赫已经进入他的杯，让他的水分子团已经变 CU， 那你一进嘴，他就马上没了啦。所以打拉萨本基都马上把尿 halus， 因为什么？大家啊，南迪他们这个哎，他们这个嘛，马上面，你们马上面那里们啊，打干打气面啊 ，OK， 所以大家干起来了啊，三、二、dua、tiga、empat、lima、enam、tujuh、lapan、sembilan、sepuluh、sebelas、dua belas、tiga belas、empat belas、lima belas、enam belas、tujuh belas、lapan belas。19 20. OK， 小巴拿出嘛，谁要 try 先 come， inilah you akan dapat perbezaan. I cakap dalam ada gelombang, dia sudah masuk dalam. Wah, tamang try ya. Wah, sini aman punya orang ha. Kalau I cakap ya, you try ha, I kasih 100 ringgit. Tengok semua berbaris tu. Try 一下 try 一下慢慢我这样大口啊，哇 ，OK 啊，听啊，你要不要拉萨啊？哇，阿拉比萨，十几哈，十几，阿爸，兰弟，啊 ，second round come again， 啊 ，thank you 啊，阿达古迪阿达咖啡哥，阿达不读了，来第二个。Mana masam sikit? Mana masam bos-bos? Tadi mana masam sikit? Mana you rasa ini masam sikit ya? Oh, memang tidak problem sikit. Nanti I kasih you cuba lagi. Lai, 第二个来，快点，来啦，美女，快点，没有毒的。记得他，他拉萨啊，哦，酸哦，肯定啊。
哇，哈哈哈哈哈哈，是不是？是不是？哪个酸？哪个啊？哦，马叔阿爸有没有 leader OK？ 拿到 COVID ID， no problem， 来，快点。不要这样客气。没有那个了。还没有。他等一下，你还没有 try 看来。还没有。啊，来 try 看。我们拍谁哦？你们啊？不是 try 门得拉先，因为什么？等一下哦，没有，你就拉到。哎呦呦，等，哎呦，来不及了。哎呀。来，还有 next。来。我最重要的目的要跟你们讲什么，就是因为里面这个太阳直播没有动到你的 lemon。 舒淇 lemon 是肯定酸的哈，只是比较好喝。教过我舒淇，教我来看。哇，证明你很好，你的舌头、来刚来，lemon 肯定酸啊，苏菊。这个就假了。啊，没有人要 test 啊，老师你不要 test 啊。你来啊，起来，不然啊，来起的，来看这个，这个喝一下。因为啊，你讲啊，我到底他那么厉害嘛？怎么不一样啊？他的嘴分子啊变得很小，每个人试试看。马上你们马上，什么好路说话呀？好路吃饭，真的。你很容易吃酸的哈，很喜欢吃酸的哈，巴不得啦。每一个人吃酸的人，没有这样敏感度非常高。来。看到吗？所以我不怕的，你拿什么 water 来干根也好，咕咕也好，咕咕也好，什么你拿来。好喝，没有这样酸哦。哪个酸？来，哪个酸？这个啥？给来。你看，大姐的眼睛一点都没有炸啊！这个就来了。什么？酸吗？很酸啊！大姐，你脱口罩现在没有讲喝，你不要放在口罩喝哎。呦，烫！哎，很痛啊！对，你的舌头很好啊。呀，生南比米弄哈喽西基。哎呦，马上。Yang kada hub ya? Ini masam. Ya. Dia suruh tak ada tak kuat masam. Betul kan? Okey. Jadi setiap orang setiap orang tak sama. Ada lebih masak? Yang ada terehel macam mana? Yang udah terehel macam mana? Ini macam? Ini terehel tu. You tengok tak ada sentuh you punya lemon tau. Cuma rendam saja. So,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波，太阳直播，明白吗？还有谁？所以我们有时这样喷哦，这样喷哦，它都进了的，明白吗？这样喷都进了。老板娘，你不要干啥？
我会叫你买的，你放心，你不要以为喝了两杯就要买，没有的。我从来不逼人家买的，你来再试试啊。那老朋友啊，哇，老来老老开老阿伯进来，老阿伯进来。来来来啊来啊！来来，老板来，自己人来。这是茶啦，喝。酸啊！现在喝冷茶。酸的来吗？来来喝，走。没有太阳纸比较酸啊，这个是没有太阳纸的哦。猪八米都没有，哎，你要的猪八米都没有，也没办法吃啊。啊，他比也比都还肉啊，这里啊，猪八的给你，你啊，没有啊，来拿阿弟拿马上啊，你去。Terima kasih ya semua orang ya. Siapa nanti sekali? Kalau tidak kita punya sharing sampai sekarang sampai sini. Oke, siapa mau cuba? Siapa mau cuba boleh cuba. Lagi ada. Ada apa-apa soalan nantinya? Yang ada pertanyaan yang ada di sini? Ada soalan nantinya?我有喝呢，喝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呢，有吗？有吗？没有，你们有些人呢、可能有喝，但是喝了啊，量不够，跟我一样的，喝了啊，肯定不够量的。那大叔，刚才那个老板，您在哪里了？啊，他刚才有问我，他刚才在外面问我，我讲你要喝够量，那么他就很对了，对了，就是让我们喝不够量。阿青，来来姐姐，哎呦，阿你躲开也没来坐，阿芳啊，你看啊，这个哈、我是另外一个，那天我在咪咪了。这个大姐呢哈，老哥讲他哈，癌症末期，在当天我们跟他拍的照片，我来不及放上去 ，OK。过后呢，我的人两天过后再去找他，再拍一张照片。这个是昨天去找他，又再拍多一张照片，有没有不一样？你看到了吗？这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有没有不一样？最重要是什么呢？他喝两第一天过后，他就跟我的人讲了，是不一样啊。我小便没有泡泡了。第二，我的胃口比较好哈，了，而且呢。我不会胀胀吃东西了，不会胀。第三个呢，他跟我讲什么？他大便哦有形状了，懂吗？因为他打滴墨打四支了，他大便是捞塞了。然后呢，刚才我的人呢去跟我去做访问他，之前他的 cancer marker 是 2.7， 今年他去这个时候 2.6。今天啊他没有去 doctor 在什么啊，他只是去在自己的那个 cancer 的 marker 啊，今天得到的说 1.5， 所以他会拿你关给我，到时我给你们看，你看他写的是多少， 1.5 对不对？看到吗？这是末期 cancer 在咪咪的，所以我们只是什么喝水罢了。所以请问各位，你要吃药还是要喝水，你自己选择，明白吗？
所以今天你的朋友会把你邀进来，你也可以牺牲你那么的多的时间来听阿宝发那疯啊啊！在我吹水啊，吹水啊啊！你会牺牲这么多的时间，为何？想想一下，你觉得这个给自己的家人投一个投资一个健康值得吗？对不对？如果你还没有投资的，请快快啊拥有一台跟你的介绍人讲，不然呢，到时整个生意阿曼哦一定会爆起来，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这个买，全部安着你的人，因为这个呢也是一个事业，我就是因为他的事业我才加入，我不是因为他的产品。因为做产品，我做产品出家出来的，对哦，什么产品在我的手我都会卖，问题是能不能赚钱哦，所以非常的感恩他哦。OK， 在我的团队里面很多都是这些那种大姐的，我的大姐他们的收入拿出来吓死你了，最巴雷亚的一个月都有四五千了，最顶的一个月有三万了，厉害吗？而且呢他们还可以开到很多国家，包括我们的数据哈，对吗？来，我们的数据来讲几句话啊，我们的数据的团队已经去到 Australia 了，去到新加坡，去到 Brunei， 你看到吗？啊，这样的一个大姐，看到今天的形象不一样，来，请给数据一个热烈的掌声，来，来，数据。来来来站这边，他要那边啊，他要拉一个，他是拉一个的呢，全世界都在看你，全世界在看你，不好意思耶，不会不会不会，全部你的人来，不好意思哦。首先大家晚上好，好，昨天感谢阿宝老师跟我在上线阿神，阿宝老师的教导使我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公司有这样的品牌给我站在这里说几句话，祝大家身体健康，开赫子，开赫子水真的是一级棒。我有以前我还没有接触这个开赫子水之前，我的上线阿神差不多有跟我提起两个月的时间，他总是打电话吵我，哎呀，我真见鬼，我哪里也都买得起哟、我就跟我孩子讲，好了，我的第二个孩子跟我讲一句话，妈妈，你家里的乌鸡巴拉东西你都不要去买，健康的那不重要吗？他问我，我跟他沟通一下，我就当天晚上我就跟谁讲 ，OK 了，后来你寄一台给我就好了。后来我差不多八月多我进门的，九月六号我就拿到这个洗衣机。我拿到这个水器的时候，我孩子就很高兴，他就快快上进去自己打来先喝。后来我晚上就去找我的叔母跟叔公，叔公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讲你不要跟我讲太多，我明天喝一天，我八号去检查，如果血糖有下的话，我九号你过来我必定给你买。后来我就想到，哎呦，会下吗？到底我在这里，我是在那边忧虑忧虑。后来，我第二的到九号中午过去，我叔公没有跟我讲什么，我叔母就讲，你跟我打算了，你跟我打算了，你不叫叫我去寄。后来我就想来想去 ，OK， 我就去帮他寄一台。后来我这个四五千零儿，他想有些好，这样也顺便帮我接了，我就问了接了啊。后来我就找这个老师刘二阳老师，刘二阳老师在这个老板中心的老板那边，我在那边跟随，他就问我你在做什么，我就跟他讲我这边跟随，这个水很好的水。那时候老师的脸是肿肿的，我记得老师还记得，我会给他骂，他骂我什么你知道吗？书记，你又想骗我的钱是吗？我讲没有，老师，你的钱难赚，我的钱也是难赚，我讲我不会随便骗你的钱。后来老师就这样也给我买了一台，
不过今天晚上我要请他下来，他讲不好意思，所以我很感激这个产品一级棒，谢谢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吧，谢谢舒淇嘛，舒淇真的很厉害哦。我在西马的时候，我不认识他的，但是我一直听到舒淇爆单了，舒淇爆单了，舒淇爆单了，一直爆单了。我到底这个大姐是谁来的哦？哦，对，你看到吗？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翠啊，都会变到今天的数一数二的，在我们这边舍利阿曼数一数二的领导。为什么？因为他有一班跟他一起啊并肩作战意念一起的伙伴，所以我跟你讲很快乐。你舍利阿曼你不来，慢慢你的上部的火以骂姑这样全部都会进来，那时候啊他不是安得你的，你不要安锤了，懂吗？啊，真的。所以呢，因为他有很棒的一个团队跟他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呢，造就了不一样的他。哦，其中一位呢，也大家熟悉的哦，他就是我们的高师了，对不对？啊，我们再一次哦，以一个掌声来邀请我们的 Miss 丹丁向华来跟大家分享几句话。这个也很厉害，我再来说一次，你看丹丁向高丹，丹丁向高丹，丹丁向高丹。所以你看到吗？在我们这个平台啊，你不用厉害，你遇到厉害的人，你就变成很厉害。OK， 来，谢谢阿宝老师。今晚我很高兴哦，能够在泰勒芝麻公司哦站在这个舞台上。首先，我又谢谢我的数据。Hello， 站近了啊。这边啊， okay. 再来一点，来一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好。啊，我的上线就是我们舍利阿曼的，我经常会。称他老祖母，可能他很生气，不是哈，是真的，真的是整个十两分的老祖母了。他不是老，他是班改高而已，啊，所以啊，在金溪小湾呢，我们也是有阿神大哥啊，一直会把电话给我。还有一个就是今晚啊，我很感激他，就是我们的高级总监阿宝老师。一次哦，我之前做到现在，我不曾看到他，也不会打电话给他。出去一次，叫我打给他，我想我是你的小子孙呐、啊，怎么可以看到这么高级的组件呢？妈妈来，我想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缘分，所以今天呢、啊，我们见面了，谢谢你们到舍利阿曼来，好、哦，还有一次我。已经退休20年了，我也不想再继续做什么，只是因为书记的老公姓林，我先生也姓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因为血缘关系，所以就互相照顾，在照顾之下呢，我先生就买一台，等于说这次他就好了啊，我也没有做什么，哪里知道。我先生无意中就是每天的上个月后他来跟我讲很奇怪，我的手后痒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好起来，只有吃七七三个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也觉得还好可爱哦。因为之前我有一本书水能够治百病，所以今天哦，水龙头的水很清洁，我们每家是不是都有这个过滤水，就是第二季来到今天啊，超微波分子的水就是叫做 Terahawater 太赫泽水，所以你看看科学家多么可爱，他们一直在研究研究研究到今天啊，有这么好这么小分子的水在我们面前，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哦，什么最重要？生命啊，钱啊，是次要的，啊，一切东西都是次要。命没有，整个世界就是还有时间，还有你的人没有，所以很要想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也不想做什么来，
啊，不想做什么，只是说应该还有好的东西，我还是一直要啊分享给大家。所以啊，这个东西哈、哦，开河之水是我人生第二救命之水。第一呢，我曾经在退休后参加一个叫做长春的啊，你们都知道，我在四两半也是啊，搞得好像有风雨会雨啦，就是已经二十年了。其实我也很感恩这一个公司救了我。我今天啊退休二十年，你知道我多少岁了吗？为什么我能够站这个舞台上？就是长春的十二姨娘，每天这样的，又不用医生也没有赚到我的钱，我先生也是一样，所以这个真的是我又感恩的公司。接下来呢，开了个水又来到我面前，也救我，也是救命之恩，真的我自己很深深的感受。所以为什么呢，我今天也要分享给大家，因为我得到的高兴，我得到的利益，我得到的健康、啊、你们何乐不为，来跟我一起好所以就是这么简单。好、okay、掌声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啊，我们的公司的蛋哈、哦，哇，他这样的年纪呢，精神可嘉。跟你想一下，他都那么注重健康，更何况像我这样的年纪，像对不对？我主要的是要健康。所以今天大家来呢，就是很高兴，大家抽出百忙时间来到这边。那么呢，我们这个水啊，大家都可以试试喝了。只是数据呢，我啊，他不是那，不是那种杯呀、啊，拿来。喝了就丢了啊！大家假如不嫌弃的话呢，就用这个杯来试试喝啊、哦！对不起啊，真的对不起啊，因为没有经验啊，没有经验啊，数据也是第一次啊，因为水啊，它产品它有经验，但是水没有经验，所以啊，希望大家包含那个，你不要不好意思，哇！啊，陈阳生啊，那边有人讲哦，要问多少钱？阿嘎布拉巴尼啊，4800，十里啊，巴里布拉巴拉多少？三十三。OK, satu set lah, satu set, 4800. Teman-teman boleh minum satu keluarga sehat, tapi pun lu sudah minum dapat ini, lu dapat cari 4 kawan, keluarga 4 orang lah, lu sudah free satu. So, 4800, banyak orang cakap, ayo, mahal. Dulu air pertama kali air nampak pun, ayo, mahal. Betul tak? Banyak orang macam ni ingat, betul? Betul. Tapi hari ni, you beli ni 4,800, bukan sekarang beli, besok beli, ha? Next month beli, next year lagi beli. You cuma beli satu kali, untuk satu keluarga. Semua orang boleh minum. You punya cucu, you punya anak, you punya binatang, you punya tumbuh-tumbuhan, semua pun boleh minum. You tengok ha? Ini satu unit ha? 4,800. Dia boleh scan 50,000 kali. Okay? 50,000 kali, satu kali agak-agak tak sampai satu kupang. Okay? Tadi kita macam ni panggil scan satu kali. Satu hari you scan 2 kali. Okay? Kita pun boleh guna itu tong besarnya. Macam 5 liternya. You boleh scan 2 tong. Ha, macam ni. You pun boleh direct scan. Ha, atas. Macam ni scan. Macam ni scan. Cuma ni. Okay? Satu keluarga satu hari du minum 2 tong, you scan 2 kali, kita kali 2 ha? Berapa? Cuma 20 sen. Sila tanya di Sri Aman, 20 sen beli, boleh beli apa? Ini 20 sen boleh beli kesehatan anda sekeluarga.
八乱的，迷茫八乱不对的，啊，说马哈达马哈，听我安达啦，我们不能pakai Mercedes，我们不能pakai Ferrari，ada orang boleh pakai Bangkro, lagi bukan lagi dapat boleh guna bag LV, betul tak? Semua ini pun mahal lah. Mengapa anda beli? Kerana ada jenama. Tapi kalau tanpa kesihatan, ini semua orang punya, bukan you punya, betul tak? Macam tadi kita pihak kawasan cakap kesihatan memang memainkan peranan banyak penting dalam kehidupan kita. Faham tak? So ini benda semua orang kena minum air saja. Okay. Ada apa soalan nak tanya? Ada semua soalan nak tanya? Ada 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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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alan nak tanya?Macam dewasa orang tua, dia boleh minum warm water. So morning, every morning, I di sini pun sama di hotel. Tiap-tiap pagi, I masak air terahus, I minum air suam pagi-pagi. Faham tak? Lai? Okay, mengapa orang itu selepas minum air terahus mengapa boleh berbatuk? Kerana berparu anda memang banyak lemah, lagi kemungkinan dia sudah luka, ada cedera, 你的肺已经受伤过了，或者是这个人有没有中过 COVID， 或者是这个人有没有 asthma， 所以他们喝了水他会咳嗽，好事来了，你要给他咳出来。你看啊，我还有一个刚才的啊，什么 bus 跟那 COVID-19 啊，itu orang sudah balik, ini dia baru kena saja match, okay? Dia muntah apa keluar, dia lagi keluar dia punya ni apa? Apa? Tinya, ingus lah. Keluar apa dia tengok? Kena? Juran. 大家好。这个水啊，大家记得这个水啊，全方位可以喷，可以洗头，可以冲凉，可以浸在水，还可以浸脚。人当的人，可以，那么他出来了，鼻子，格洛达的移动，因为要闷大格洛，他的血块啊，过后出来的话，哇，整个人轻松掉了。COVID-19 after 跟那面后遗症 ，OK， 来。胃痛啊，哦，所以你跟他讲，他都其实是这样的，在这个原理上，这个叫做明显反应，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明白吗？中医讲一句话，为什么会痛，是因为那个地方有问题或者是阻塞，他会给你 signal， 明白吗？为什么你的肚子会突然 gastric 痛，因为你的东西没有给他吃吗？他不是痛哦。那个人喝了太多止水，为什么他会胃痛？他的胃肯定有问题咯，你要叫他去 check doctor， 不然呢你就叫他喝 warm 的，喝温的，明白吗？你叫他喝温的。手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的血管啊，你要记得我们的身体这边就是末梢血管，末梢血管就是我们的身体去到最后的血管这边，如果你的手会麻痹，你的手会开始疼痛，你要注意了，你的心脏你的血液循环不好了，你要注意。有些人的手一直要冰冷啊，那一些人要注意，因为我们的血管流到最后就是才会流到我们这边啊，明白吗？所以你喝了会痛啊，我刚才讲一句话，是不是中医讲的吗？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就是你的手这边的血管已经开始慢慢有一点阻塞了，所以你要不要清它啊？如果你再不清它，你就会中一个手叫做什么坎宫勺啊，就是不能开啊，有的不能宽啊，医生就叫你 operation。 我跟你讲不需要的，如果你们的手啊
尤其是有年纪的人啊，不能开关啊，你喝我们的太二十水两个礼拜就搞定了啊。我喝喝温的啊，不给喝烧的，烧了变烧猪啊。啊，喝温的啦。所以你看啊，现在的人为什么会生病？因为早上骨逼病、跌病、凹病、凹西病，什么病都早上病到晚上，你是蛇啊。我们是人呢，一旦变大了啊，阿巴拉萨面是肉啊，阿巴拉面，阿必是格拉面我让啊。pagi pagi minum kopi ping o ping teh ping minum ping sampai malam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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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pas tu ping lah banyak ping ni mah itu banyak sisi sisi ping tu, mengerti mah? Jadi orang boleh sakit ping, dari mana dia datang? Mulut, mengerti mah? Bukan sang tuan menghukum kita, kita dari mulut datang. Saya j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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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t, betul tak? Jadi orang mengapa boleh ping? Pertama, tidak minum air. Kedua, minum ping. Saya mula mula mulai, saya ada lah, tetapi saya sangat sedikit, saya cuba. 我喝温的，最好是温的 ，warm water is the best。你可以喝 warm， 一尼不勒马萨咩 ，start 什么 bus can you 不勒马萨，打阿达安将，咩咩伊都可搞吧，咩咩莫啊就 molecule， 但咩咩 terahertz wave 打阿达安将，打阿干固啊，又不勒马萨，不勒 coba， 一尼 testimony 你不不勒 buat， sama juga， 那那个 masih ada， 发现没？哦，说那位大姐，我也问的嘞，跑去那里了，啊，他跑去外面了，哦，他跑回来，问问问了，跑去外面了，啊，阿达阿爸说了那句，还有什么问题吗？伊拉打单鸟，有路基啥叫？那那边说爱说在那边古井哦，然后单鸟说过哦，说过看到，哎，等到我，哎，等到我，哎，就嘛到对对对，我哩嘛说啥叫，一出啥叫？谁啊？查克吧，谁？你们在公司呀？要问。我讲马来话，大家都会听得懂，很简单的。Semua orang bila minum ah, dia tidak pernah hangin. Memang sini sakit, sana sakit. Saya ada banyak case. Tapi saya memang pertama bagi tahu ke minum ini dia kasih buang dunia racun ah, itu. Jadi na, dia hui, cebing yang, na bing yang, cebing tong, na bing tong. Ada sini na, kau hui ing. Hui, sebab na, dia bantu, dia bantu ni, ni de, jangan jangan ah, itu ah, dia ada yang hangin, jadi.喝了之后啊，你水大量喝之后，它一下子就好了。我有很多这样的，喝了之后，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Ada orang ada tidak balas, ada dia punya tidak balas, ada orang tiada. Tapi, lu minum air biasa tidak rasa, tapi minum air ini terus, dia ada dia punya kesan untuk kesan sampingan, bukan untuk side effect kan. Dia adalah untuk itu tidak balas untuk kebaikan, buat racun, buat toksin, okay?Ya pun tak akan ambil masa panjang, banyak cepat mia, oh. Jadi, 喝的时候啊，有些人喝了第二天啊，大便很臭；有些人喝了啊，你尿尿啊又不一样。很多人很多尿尿很多泡泡啊，你喝酒了之后就没有。所以，绝对的，今天我们太多的见证了。我本身要讲见证很多，只有稍微讲几个啊，包括我爸爸中风三天出院，三天啊。第四天出院，我爸轻微中风，然后呢，不到三个月，他给降 motorbike 了，下面 bike 啊，他 stroke 啦 ，stroke tidak ringannya stroke， jadi tiga hari masuk dalam hospital， hari keempat keluar， minum air ini， minum ah， kok minum， lepas tu tidak sampai tiga bulan lah， dia boleh bawa motor， bapa saya 80 tahun， 81 tahun， mak saya 80， ah， mak saya dan adik marah。Saya tanya siapnya, mak kenapa lu, bapak ini macam lu berani naik motor dia kan? Dia kata, siapnya darling suruh boleh lah, saya ikut saja. Ah, macam kita darling lah, darling cakap okay. Amat deh. Ah, jadi dah, ini adalah saya sokak isi, ini adalah saya, tadi saya lontiao bapak lah. Ini adalah saya yang cinsen cinsen. Ah, jadi dah, kawai,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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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jadi dah,那么呢，大家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全家和健康，投资健康在自己的身上，在全家的，尤其你的孙子，尤其小孩子不会喝水的啊，我可以跟你们打包票，让他喝了这个水啊，他肯定喜欢喝水，因为我有很多个我的朋友，他的孙啊，别领罪啊，尿尿是他领罪，现在别是他领罪，尿尿领罪，尿尿别放晒啊，接下来尿尿也放，别放等菜了，尿尿水水，啊，今天是五年。
哎，再起耶啊！把就力砰砰砰，背蚊帐，背蚊帐放一斤半。阿青，你的猪，你的没？对，阿青有背蚊帐喷，喷了一下，有这样很快就好了。来，你的 group 里面呢、啊，你看一下我们刚刚生的背蚊帐，有啊，见证有在里面。啊、我最快飞蚊症喷两个小时不见了。那一天我在林邦，那个大姐，我下午去她的家跟她喷她的眼睛，晚上她带她朋友来了，她讲她的飞蚊症不见掉了，对，十一年的飞蚊症不见掉了。啊，啊，她有一粒，还有三粒，她老公有三粒也不见掉啊，我是有两粒啊，还有三粒特别啊，啊啊。啊，两边都有，所以很简单的，其实这是我们的眼睛已经在退化了，明白吗？所以你努力喷，如果你能的去买那个眼杯，懂吗？你放太阳石这样放在你的眼睛，你洗你的眼球更棒，包括青光眼、飞蚊症、眼压高，总之有眼睛的问题哈。包括我们的阿仲，阿仲要讲几句吗？仲，来吧。你的娜娜要讲一下啊，他的问题就是他还没有啊，还有肿啊，哎，什么？刚才你有看到吗？啊，还有我跟我讲我包包呢，不是买内脏吗？明白吗？但是如果他已经很严重了的啦，开刀，记得哈，如果他已经要死了的啊。你不要讲喝太多止水不会死啊，等下你变杀父仇人了，懂吗？那些末期了的我们就补罢了，补，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了。像那个我跟你讲，他剩下两天的就是用补了，死马当活马医，明白吗？我们的水不是仙丹哈，我的水不能医病的哈，它只能帮助到你的细胞强回来，你的细胞强了，你的人就强了，这么简单哦，不是仙丹，要记得哈、哦。你们不要做到等一下讲不用吃药的阿爸老师讲了喝了水不用吃药了我没有讲啊药到吃吃到医生叫你不用吃啊啊好、哦、记得哈来很高兴我们的阿宝高级总教阿爸老师谢谢他各位我们掌声一下好不好那么今天呢真的很难得他呢全马走透透从槟城到南马到州后然后到我们这边啊东马那么呢他还会去西马啊还会去沙巴那么呢啊还有啊手臂什么关系啊手臂只有一个你的血液循环不好你努力喝我们要吃东西了啊可以一边吃啊啊可以来我们有茶点我们来先吃一下啊，这个是树菊的孩子炒的哈，啊，树菊孩子。那熟锅，我们一定要看十几十几遍哦。来来来，有什么？啊，是啦，那干的我包都包的呀。要拿这准备啦，阿姐，拿啊，完完全全准备啦。来，各位帅哥美女来，我们去吃一些东西哈，不要回啊，吃完了才可以回啊，不然人家浪费食物。来来来，慢干啊 ，Thank you。来，我们阿爸老师来了，你在。